林市长、李秘书长、各位市政府各局室的长官、各位媒体的好朋友，大家好早。首先我要请教咱市政府在座的这个局处长，有人听无闽南语无？大家拢听有吼，因为即摆真济即个年轻的即个少年人吼，对闽南语有真济无啊多理解。啊，因为咱即摆市政府内底嘛是真济即个少年，所以我要请教一下。大家拢听有吼，安尼我今仔日一点钟就用闽南语来甲大家互相来勉励。首先我要来甲市长建议啦吼，这叫做建议。咱这个真早真早拢有一句话叫做一个人得道家庆成天，一人得道家庆成天，这就是表示什么话？我相信这句话的含义，在座咱大家拢听有。我为什么要甲市长提醒？因为伫个无外久之前，我有听到一个对市长真无好的这个批评，伊讲。我投你这票，是要让你来替家人坐坐，以及百姓甲建设来服务。但是，我即摆后悔啊！我后悔啊！为什么呢？因为你旁边有人利用你的职务。来做不应该做的代志，所以这句话我听起来我感觉真惊吓。为什么呢？我讲一个小小的代志，都会用表展现出百姓的心声，安尼这就真严重了，这就真严重。所以我感觉讲。今仔日，嘉南市所有的这些市民，坐坐来投你林市长这票的同时，因的寄望就是林市长年轻，林市长对嘉南市的这个环境整个，你有了解。我要把嘉南市交予你，嘉南市政府是一个公家机构，你只不过是一个公仆，并不是咱这个帝王时代的皇帝。小小一个看病的这个工课，你都有法度处置人一个旁边的人来这种的感受，我就感觉这点真真正正你爱好好的检讨，因为这个行为都已经处置你的形象。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已经打折了，已经打折了。所以我想很多事情不是没原因的，一定有原因，在
让这个风声走出来。我伫个政界啊，已经将近30年。再三，我一直甲我的师傅交代，这是我的职务，我的工作，不是我的权利。你唔通用我的权利去做任何不法的代志。所以，我伫个遮就是要甲咱林市长提醒一点。因为后边还有差不多2年的时间，哦，你就要继续搁选连任。如果你若是想讲我这任做一个，安尼就好啊。啊，我相信你都无需要搁去做后边这个工课。因为老百姓甲真济家人饲的事务。拢想要交予你，因有这个寄望，所以外口嘛真侪人，伫个这个流传讲，林市长到底有专业无？这个专业是啥物？就是讲，你有法度来甲家人饲带去。什么款诶这个环境，什么款的情况？所以，我常常咧讲一句话：一个人的专业毋是万能的，伊嘛是爱靠一个团队。所以，你在座真侪咱这局处长，拢是经过专业出来，所以。你也是很小心来挑选，哦，因为我看到你的这个联络簿里底，嘛有几位的这个副座还未补满，这个原因我一直在想无啦，哦，为什么？是不是家人市无这个人才，或者是？你有另外的打算，因为这个局处它一定是有需要才有这个编制，如果它若无需要，它无需要有这个编制，但是我看起来咱市长好参详无照这个这个规矩来实行咱这个编制的这个制度，所以我希望讲，若有机会会当来担当这个职务的咱这个好朋友，我相信市长你应该都爱给他提拔，爱给他提拔，因为曾经咱有一位。局处长，当伊要担当一个职务的时候，受到外面侪侪的这个市民来咧个怀疑，讲你敢有这个专业，同我来担当这个职务？但是这位局处长伊的回答。伊是讲有，因为我的边仔有真济专业的人来替我的审查这个案件，所以我只是一个对百姓负责的人，或者我会用当因啊就好啊。其他技术问题、专业问题，因为我的团队内底拢有，这嘛是真有理哦，是不是？
对这个专业的问题，咱都该放一边啦，哈，因为有真济代志，咱无法度，全部去个了解。我讲到这，就是讲希望咱市政府团队，咱今仔日坐伫这个位，人讲回想，做一工回想，爱讲一工经啦，哦，啊，这就是咱每一个人的这个责任感，哦。过来呢，我听到咱林市长常常伫个这个国外在旅行，伫个遮，我曾经我常常爱甲一寡较长辈或者老人来开讲。曾经有一位我非常敬重的这个长辈，伊讲一句话，伊讲旅行的意义是代表什么？不是飞机坐出去，啊，就沿路去佚佗、去食物件，安尼咱回来，安尼好做旅行。伊不是这个意义。旅行是伫个咱的工作中啊，旅行是一个门道啦，是一个门道。因为咱旅行的目的地，落飞机以后，咱看到啥物物件，咱就是要甲伊提转来咱的国内来学习。如果那是比咱较好，比咱较优秀，比咱较迄落，咱应该爱甲伊提来做咱的这个模范学习。但是自从你进入教单嘛，已经出国，我想，我未晓算几遍啦吼，但是我是常常听到讲市长出国，啊，你带回来是什么物件？尤其是你真兴趣去这个日本，其实日本吼是一个环境真好的一个国家，我嘛真爱去。但是日本伊的这个国内的这个民情风俗有济济，是咱台湾真烧香的所在。为什么呢？因为曾经咱台湾是予伊看过五十年的一个国家，我想。所以真多日本的这个礼仪风俗，咱拢非常的清楚。但是我看市长对这个日本回来了后，你带予咱基隆市真多的这个感想，就是。你把日本的物件提回来，咱家人来推销。我看到遐个物件了后，我感觉讲，为什么市长从来唔捌伫个咱家人市任何一个传统市场，或者是一个商业非常这个活络的这个所在？来做这项的工作，因为你所推销的东西，应该是我相信咱在座咱这局处长
嘛拢有看过嘛。尤其是咱咱的产花处长，你应该有知影讲内底的内容。咱基隆市有真多，而且人讲山药，吼，是毋是敢无比日本的品质较好？我相信咱在座有食过咱七道山药大餐的这些市民好朋友，拢非常的懊恼。但是我无看到讲咱有做一项的这个推荐，因为山药，人讲山药籽啦，吼，伊其实伊毋是干那用的，用的做咱所讲的这些项目，用的做真济真济项目，但是就是爱咱有法度去甲做推荐。这点就是我要甲市长吼，再三要求。咱虽然是去国外，但是咱爱甲国外好的物件提当个学习是无唔对。但是咱国内内底有真济物件，嘛是爱由咱市政府做领导来甲伊推荐。这是我的一种感觉，吼，感觉讲咱敢那是养顾外口的花香啦，吼。其实咱基隆市内底吼，嘛真济拢真够念经啦，吼。这点吼，就是我给你提醒一下。因为咱基隆市的山坡地非常的多，应该讲这地形的关系，咱差不多是90%，这个山坡地。但是咱山坡地，你嘛是真用心要来加使这个山坡地当好好来利用。但是真济朋友咧反映，伊讲。咱市长这个改伫这个山坡地的这个政策，并无带好基隆市正面的这个利益，正面的利益，反倒转来，互老百姓感觉是一个另外的一种的负担，另外一种的负担。所以这点我嘛希望讲。咱林市长应该好好来替咱基隆市市民哦，过来应该加想一寡，应该互因正面的这个利益，因为议员已经是第六届啊，我非常的没关系。就是你林市长这届的这个机会的这个环境我会记得因为真多代志拢是人讲执政党甲在野党，但是我感觉。当阮咧做执政党诶事，诶态度，甲现主席执政党诶态度，互我做没关系。市政府如果若是无法度接受市议会诶监督，安尼市议会就失职啦，就失职。但是我发现着，坐来。每一遍，若是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都有阮的同事来替市政府来解说，
啊，我感觉这个代志，好亲像这个植物跟那电动病，植物电动病。当然，我是唔知啊，阮的同事是不是有受到什么拜托，或者是受到什么压力，所以因在做这款的这动作。但是这款的动作吼，和百姓看起来嘛，真没关系，嘛真没关系，因为老百姓所要看到的。是爱讲，咱的这个民意代表会当对市政府所做的工作来做真多，提出真多真多意见。但是好亲像，那是提出意见的时，都有真多同事来反对因所提出来。一定要意见，所以我感觉讲安尼是，唔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唔是一个真好的现象。希望咱市政府吼，咱当然咱这个局处长，大概是拢非常的打拼。我嘛无希望讲议会的同事用真严格的这个口气。来对您来这个质询，所以本来我早起哦是想要讲，是不是来泡一个咖啡，摕一个甜点，大家较轻松一下，吼、免讲安尼真严肃，大家吼、精神嘛受到影响，吼、但是大家来卖个独孤就好了，吼、这是我的小小的这个要求。过来就是讲，我有听到咱议会同事来咧质问咱林市长，这个国民主体，但是林市长嘛是有解答复。我的看法是，国民主体。就暂时按下。你爱先考虑的是什么？你爱先考虑的是旭川河顶管那三栋大楼，东河大楼顶管遐住户，因何其何种，因拢是无土地所有权的人。无土地所有权的人，总有一天，爱疼的。所以你考虑的、想的，就是爱赶紧找一个所在，来替这三栋大楼、甲东河大楼顶管，这住户。将来安置的，这个位置，因为因拢是徛伫仁爱区，我要甲市长提醒哦，仁爱区要找这么大的所在来起这个大楼，有困难，但是无要紧，虽然是有困难，但是。我嘛爱提供你一个方向，提供你一个方向，因为咱即摆目前上界无发展的，这个区域就是仁爱区，我嘛小可会惊吓哦，为甚物？仁爱区的人口哪来哪少？哪来哪就，因为伊无法度参照北区有所在通我予伊发展，
仁爱区曾经有七个民意代表，已经一直落，一直落，落，落到即摆剩四个。反正无偌久，人口一直降低，因为北区的人口一直增加。安尼对仁爱区目前即个民意代表。是一种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我啦，因为仁爱区目前是还阁有福利保障，虽然我嘛是真打拼，拢甲男生同款，安尼咧在服务。我也希望说不要用福利保障的这个头衔来竞选，最好是可以跟男生可以互相来竞争，所以这点我希望说我们林市长要有考虑仁爱区有多位啊，还有所在，通往让你来发展。我伫个遮提供一个方向，一个方向给你。目前仁爱区就是予交通部铁路局，甲咱破做两边。咱唔通看讲铁路有一边，迄边是有占十里的这个市面，十个里哦。仁爱区总共是29里，但是十里已经去哦，这个铁路局划作两边。迄边呢会发展。用的公司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咱即摆，我咧讲咱吉隆市咧这个轻轨捷运，咧踮咧吉隆市来设备。我更加烦恼，因为这项这个工课若做落去，阮另外十里的这个好朋友，大家拢爱去创啥？爱去学轻工，爱去学轻工，因为这个火车的这个速度，你若要叫伊班次愈济，火车的速度应该都是。踮个铁机路顶管停留搁较久，班次愈济，伊踮个顶管停留的时间会搁较久，所以伊就影响着阮另外一边个即个市民个即个生活品质。所以你嘛是爱考虑讲。是不是有机会咱甲八道甲吉隆火车头一站的铁轨路改取消，因为地下甲高架因拢做过评估，无可能。啊，若是地下高架无可能的情形下，咱是不是？但改取消一站的铁轨路，因为这站铁轨路带予吉隆市真济真济的伤害。咱是一个国际港口，咱的国际港口完全无像外国国际港口迄款的，人讲大气。
咱无代去。当一只客轮入来到基隆港的时阵，因看到基隆市的情形，因嘛非常的惊吓。伊讲：哇，啊，这就是一个国际港口，啊，这个国际港口好参像一个渔村同款。其实，我相信咱在座各位看到咱的国际港口，咱卖讲比外国，恁常常嘛有去高雄、去台中，恁看到的这个港口，我看甲木栅我港口差不多嘛，无什么会当予人感觉讲，哇啊，这个港口未歹。咱连一个较正样的这个建筑物，咱都无，因为咱仁爱区，尤其是咱国际港口所看到的，拢是老社区。咱这个老社区啊，是非常的难得。弯弯转转，拢是老建筑物。咱拢知老建筑物看起来，就是使人感觉讲，哇，安奈安尼，无啥物改变啦，无啥物改变。所以，我伫个遮，就是要甲咱林市长建议讲。是不是有可能把这站的这个铁路给取消，咱按八道那边一直跟咱家人车头火车头这站的土地，这土地重新来规划，安尼咱旭川河顶管的这个住户，甲这个东湖大楼顶管这个住户，因都较有机会啊，受到啊真好的这个处理。因为恁若无处理者，我相信你这个南明河、西顶河、旭川河。永远都未清气，永远未清气。所以你每年所编的这个预算，拢是浪费，拢是浪费。因为如果那这三条河，你拢讲，你要河清，敢有可能？敢会清？如果你那个这个污水，拢接好，拢处理好，我刚刚给你保证啦，嘛袂清啦。因为当时的设计都已经非常非常对旭川河的这个伤害非常的大，所以你这个河港整治的这个计划啊。我看起来是无什么效果，无什么效果，因为咱拢知，咱基隆港是一个自然的天然港，是一个自然的天然港，而且咱大家嘛拢知，因为伊就是一个自然的天然港，所以伊的这个人讲流水啊，都无参像，这个台北港。这尼啊，无同款，为什么呢？因为流水流差那愈大，水会安怎？会愈无同款，因为伊的这个压力啊，咱基隆港的这个压力真细，所以咱真静，
为什么残留吼一直拢无法度处理个真好势？这个原因有好有坏，这有好有坏。所以咱今仔日虽然家人讲是一个国际讲，人高雄人啊，虽然伊土地阔，人嘛伊一直在一直一直在发展，啊一直在加咱高雄港，吼、哦，加咱的高雄市，吼、哦、来共同，吼、哦、来开发。但是咱基隆港吼，无法度，无法度。啊，尤其是愈进步的这个港口，我相信这个客轮吼，因都愈有兴趣，要去遐佚佗。啊，如果你若是游玩基隆港，五年、十年、二十年，拢是同款安尼事。我相信总有一天，这个客轮伊嘛会新啊啦，伊嘛会新。所以如果你若是要了解吼，我相信市长你应该当去个港务公司吼，小可了解一下。咱今年的这个航次啊，已经减差不多一半。减差不多一半，为什么？因为高雄一直争取，啊，咱无条件同我个人争取，所以咱只好爱放手，爱放手。有一项真趣味的代志，就是将无寡固进境，有一只。这个游轮、客轮来，真大只，人载真多。啊，我看到东华，哇，那游览车这呢啊多。但是这不是好现象，因为因拢要来载人去。那游览车，东华游览车拢客满。甲一只船顶悬的人客，一只拢载走，无所有的人拢载走，无人留的家人，这是一个真讽刺的代志。更加趣味的就是啥？本来是拢两只粪扫车在载，在迄只游客轮的粪扫，迄天啊，加四只粪扫车。我问讲是安怎？安奈？伊讲粪扫有够多啦。为什么？这点我就是爱，等下咱这个环保局长啊，爱一个答复，是不是咱的小粪扫的费用较俗？对，你应该去了解看卖，咱甲日本。甲咱所有诶，因这游轮经过诶，这个港口，诶，这个收费，真趣味。竟然讲，因去几落个港口，拢无甲因诶粪扫落诶因诶港口，全部拢落来基隆港，因为基隆港诶粪扫费用上俗。这呢，这就是啥嘛？这就是因来咱家吼，生鸡卵无放鸡屎一堆啦。
因为这种的想法，因为这种的想法，所以我也希望说，家人讲不是干那要让伊听这只船，家人讲不是要做因的停车场，家人讲不是要做因粪扫的这个最后的这个处理的所在。因今仔日听了咱家人讲，诶，这个目的是啥物物件？到互家人讲有啥物好的正面，诶，这个利益无？迄只船较大只来，我甲你讲，周边诶，这个交通有影响，毋是无影响。咱毋是讲无爱伊迄只船来停诶，咱的家人。这项物件，咱爱做好好的思考，好好的思考。因为真侪物件，唔是讲正面看到安尼，这尼啊好。咱后边所受的这个伤害，所受的伤害是骨较济，骨较济。安尼对咱，敢有啥物好处？有啥物好处？有啥物好处？所以我也是感觉说，今天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有这么好的这个天然港，为什么我们无法度把这些尊敬的这些旅客、老店的家人消费一天就好，有那么困难吗？尤其是咱林市长，你所学习的专业是一个城市的这个改造，我嘛做希望讲，你一旦家己人去，看要用什么方式，那该改造噶，予人感觉讲啊，家人真经有改变。每一个市长努力的是都有留予市民这个印象中也好，实际也好的这个印象，但是我感觉好参照你林市长到目前为止，我看无你要留予阮什么物件。时间在过是足紧的，我嘛感觉讲，你唔通伤过头浪费的一挂无路用的物件，因为实际已经表现出咱家人市民对你真济这个。不一样的这个看法，所以我在这里要跟我们市长蔡三的这个拜托说，剩无多久的时间，你要赶紧做一些让市民有法度感受到的事情，因为以前我们历届这个市长所保留起来的物件，你嘛有真多拢该放弃。我简单讲一下，每一礼拜的这个礼拜三，这个甲市民，人讲市民有用的这个物件。你也该取消掉，你不能看说市民有用，这是我们百姓有很多事情无法度解决的，他才要来跟我们市长说明，跟市长困惑，
唯一的这个出路，唯一的出路。你连这点啊宽裕，你都甲家人市民来甲放弃。你知影家人市民，人讲投诉无门啊。因的冤冤屈无法度同我去诉，啊！你看呢？这种一点一度所累积起来，或者怨气，伊会产生伫倒位啊？这我卖讲，产生伫倒位啊？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市长可以给他恢复，可以给他恢复。不浪费你多少时间，其实那不是很浪费。人说公门好修行，那是在做什么？做善事，那是在做善事。你把这些百姓所无法度解决的代志，会当处理又好势。大家拢知，市长的行政裁量权是干那你才有的呢？干那你才有法度去执行的呢？这局处长还佫无法度。所以小小一点啊，这个让老百姓会当诉苦、会当投诉的所在，我希望你赶紧赶紧改回吼，或者百姓有一口气通个透，啊无吼，迄就敢那参像咱个家属啊同款，积了伤济是啊，伊安那伊会爆炸。啊，这个爆炸的权，这个力量啊，是非常非常的大。家人是一个老都市，所以家人有真济什么物件，摊贩真济，所以哦，摊贩呢。是由真济真济单位来咧处理，但是咱市政府有真济处理的方式，到最后都是啥？都是处罚、罚款。啊，这是百姓上不爱看到的代志。你知影即摆迄罚款单一张偌济？千二块，一张千二块，迄千二块是伊今仔日所出门所赚的钱，要去维持伊的家庭。你今仔日开迄千二块，你知影伊的怨气偌深无？我的意思，毋是叫。咱执行的单位唔通罚款。我的意思是讲，你市长是毋是会当想一个较好的方式？因为做摊贩吼，足辛苦的啦，吹风晒日，吹风晒日。啊，咱袂使定定讲提法令哦，这法令安怎？法令安怎？啊！若提法令哦，百姓无法度甲恁抵抗。你今仔做一个市长，爱有啥物货？爱有爱心呐，爱有爱心。爱心啥？爱心就是我爱体谅，我爱想，我才会家人市，才会市民。因为因大家拢叫我是大家长，我是大家长。你去到倒位啊？大家拢叫你是
林市长，大家拢讲，迄是阮基隆市的大家长，所以你大家长都爱负这个责任，你爱有你的肩胛头，来替这个市民好朋友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曾经嘛听一句话，伊讲要甲电动赶出基隆市。市长，我给你报告，基隆市这边吼已经无酒家啦，拢无酒家，酒家拢互恁扫了了去啊，拢无。啊，你知影吼，无酒家的情形下是变作安怎？一间酒家上少五十个。这个服务的小姐，那五十个服务小姐就是代表他们维持五十个家庭，他不是只有服务的小姐，还有少爷，那五十个服务的小姐每天出门他所面对的是什么东西？所面对的吃三大这个交通啊，你看这个站面影响到多少的这个生理人。好，我紧哦，你都给扫完啊，哦，家人是很清静的，我的警察好朋友也比较没那么无闲，整天在对啊，在临检。但是这是表现到家人已经一直在忙碌啊，渐渐一直在消掉啊。好，你今天你把这些电动全部都扫出家人市，啊，家人市现在是要创啥？要创什么东西？你不可以跟他说，我跟他摆一些单这样来做生意哦，不是哦。真侪物件吼，爱互相配合。你为什么奈无爱创一个特区来互这生理人？我无要紧啊，我看在倒位啊，我设一个特区啊，遐都拢互恁去做什么生理啊？甚至咱基隆市，即摆人讲铁路。啊，铁路边的这行业啊，人讲铁路街，这行业已经嘛差不多，互恁赶要完去啊，赶哦清气淡淡好，安尼家人是，敢就会发展吗？人讲孔子公讲一句话：失性。只要是人，人拢爱有家，爱有啥？爱有色，唔是颜色的色。迄是表示讲，迄是人，因为七情六欲，这是人的本性。啊，若无遮，你就唔免啊！即个大家拢像迄较先进的国家去研究，即个机器人啊，哇，机器人啊，袂歹。即个拢用机器人，啊，即个一寡餐厅啊，好一寡。服务的单位也好，拢用机器人去做。安尼，这个地球，这个宇宙，都无啥物趣味啊嘛，对不对？所以，我相信讲，基隆市是一个真难得的城市，伊有山，佮有水。咱今仔日发展个遮来，
伊有两条的高速公路，咱要出去的这个交通，应该讲嘛是非常的方便，非常方便。所以咱今日主要的，唔是讲我要来做什么轻轨，轻轨已经，若要做已经30年前都有这个规划啊。但是咱这当阵，特别来讲，要做这项的工课，当然啦、啊，如果那是有做，是未歹啊。但是，伊有帮忙咱即个要去外县市，即个上班的即个朋友无？因为咱即摆主要的交通是要用上紧的方式。我会当到到我要去的所在，但是目前看起来，咱的交通的这个路线已经有够啊，已经有够啊。所以当然中央要给咱这笔的这么大的这个红包，咱是无嫌啦。但是我相信。用的这个用途，咱来好好啊去改，规划也好，规划也好，唔通讲一项物件讲出来，输得真侪人受到影响，因为我最近看到真侪这个广告，这个广告单内底。我轻轨到基隆，轻轨捷运到基隆了。哦，这厝吼，会偌好价都偌好价，会偌方便都偌方便，赶紧来阮家买厝。这个口号吼是真好啦，啊，不过吼唔通，若讲了久吼，你一直讲一直讲，讲足久足久，还阁无实现的是。这就参照人讲，人来啊，人来啊，哦，啊都模样嘞，哦，所以我希望讲，有真济物件吼，咱爱实际去做，对咱老百姓有帮助呢，咱去做，因为你即摆要收购的是37万多人的这个家人企业。维持好，不要再把它留下去，因为你的政见，你的政策那是正确，你所做的老百姓对你有信任，我相信你要连任是很简单的。如果你那是常常在那里划算的，老百姓听了也会烦，所以他们是要对你的这种看法感觉说对你的失望，我相信将来要再连任这条路会很辛苦，会很辛苦。所以今天、我所说的是，大家做参考。尤其是咱各局室的咱这个局处长，大家拢对家人是有一份的这个寄望。希望恁坐点的这个位，爱替咱家人市民加思考，加想一寡。真济代志，人来去甲咱拜托，希望用爱心、耐心来甲因处理，唔通用一句法令，你个法令哦，伤硬啊，伤硬。老百姓对这个法令哦，捌无偌济啦，捌无偌济，因对新台票老实的感觉
较上心。好、哦，感谢大家，谢谢。好，我们张前议长的施政总咨询时间到，大家休息五分钟。没声音。
好，各位请就坐，大家请就坐哈。这五分钟的时间可能比较急促一点。接着下来这一个小时是由本会我们吕美玲议员的施政总咨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主席，市长跟市府团队，我们所有的媒体先小姐先生，大家好。今天我在想，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在考试。市府团队呢，接受的是你们是否依法行政。那我接受的考试是，我是否好好的监督我们的市政哦。所以呢，我在想，我们都非常的这个紧张哦。那我也准备了非常多的这个资料，我在想等一下上面的我们的这个影片的同事哦，等一下要差不多等我好了以后要播放一段影片，我也期待哦这段影片大家好好看一下。我在想，我刚才一直强调，今天你们接受的考试是不是你们依法行政？依法行政呢，最重要的有好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明确性的原则。什么叫做明确性的原则？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受规范者他是不是可以预见，可能性为准。所以他强调的是受规范将来的是否可以预见，然后可以因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诚信原则啊。依照行政程序法第八条，他讲我们这个行政行为啊，应该是以诚实信用的方法为之，要用诚实信用的方法为之，并应该保护人民正当合理的信赖。当然，这个也是行政法的第三个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也是同样都规范在行政程序法的第八条。那另外一个呢，更重要的，也就是你们在执行有可能会涉及违法，就是比例原则。比例原则呢，也就是源自于这个德国啊，德国的警察法，它最主要是在强调国家在进行干预行政的时候，记得是干预行政的时候，不得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比例原则在强调目的跟手段之间的平衡。西方有一句话，他说不必用大炮来打小鸟。同样的，我们的俗谚也有说啊，杀鸡焉用牛刀。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明比例原则的真正的意义。如果比例原则你用的不当的话，那你就有违反比例原则，然后你就有恐涉及违法。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这个那个我们的资讯室这边哈，帮我们放一段影片。那我也希望所有的单位去看吧，来，现在正在放，好好看一下哦。这是在104年8月25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酒商，进口手酒商制酒商，他在收到了一份所谓的辅导通知函。辅导通知函的时候，这辅导通知函除了给我们所有的酒商以外，他还给了我们的卫生局，给了我们财政处跟国库署。好，这就是所谓的辅导函。大家仔细看哦，这一次去的20几个人，包括我们财政处的烟酒客以外，是他做总指挥。烟酒客做总指挥，邀集的除了文本函里面必须要来的卫生局以外，他邀集的非常多的单位，所谓的查缉小组的单位。他把 CID 刑警大队找过来了，他把海巡找过来了。这个海巡还不是基隆的海巡，这个海巡还是
宜兰茶汽队，海巡宜兰茶汽队，有没有看到？他们不是做辅导，他们在做什么？大家看，这也不是所谓的稽查，因为稽查必须要事先告诉受稽查者你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这个是突袭搜查，这是一个行搜查的动作，看到了没？一箱一箱的把所有的酒搬过去，所有的人在其他的地方在翻看其他的东西，这是所谓的搜查。有没有看到一箱一箱的酒被搬到了旁边？来，再看，好，不仅被搬到了旁边哦，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他把箱子里的酒一瓶一瓶的拿出来，我们慢慢的看哦。这一份文是在104年8月24号到8月26号啊，它的主旨是为了落实烟酒管理业务及维护消费者健康，非常大的一顶帽子。可是没关系，他说定于104年8月24到8月25实施辖内烟酒制造进口业者年度辅导随附的一个辅导的日程表，它说明它是依据烟酒管理法的第38条及相关的规定办理辅导，所以它给了其他的酒商，也给了我们的卫生局、财政部国库署跟本府的财政处哦。好，它在这个104年的行程表里面呢，它说8月25号的早上，它总共有1、2、3、4家，大家看到了哦，它一瓶一瓶的拿出来，好，所有的人员哈、哦，这那一天总共来了20几个啊、哦，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移到后面一点？好，我们的时间不够，移到后面一点点，来，后面倒数，可以移吗？哦，有看到了哦，来，看到了哦，他拿到了酒，把酒一瓶一瓶拿出来了。好，大家看到了哦。来，市长，请你上到我们的备询台。好。市长，针对今天我给大家播放的这个画面哦，来，请问一下市长，这个是所谓的辅导吗？我想这部分应该由这个主管的一个机关来做认定吧。主管机关，你不是主管机关，签合这个所谓联合稽查的时候发的公文的是不是你？这个应该是2层或者3层决行。2审3审决行，好，那主管单位请上来哦。我们处长，你认为这个是所谓的辅导吗？茶盒可以这样子吗？有搜索票吗？有去当天的时候，你们是当天才通知其他店、其他相关的单位，而且你们根本没有发给任何其他的单位，除了卫生局以外。临时有这么临时吗？有检举人吗？这么临时吗？一方面没有检举人，二方面你临时而已，不对啊。警察局是你们的什么单位啊？下属单位吗？财政处，你可以调动指挥，犹如检察官似的，调动指挥任何的刑警大队的警察人员吗？而且还把宜兰的茶汽队拿出来，宜兰茶汽队是我们的稽查小组吗？市长，你回答，宜兰茶汽队是我们的稽查小组吗？这个我不清楚。你不清楚？那你为什么要成立联合稽查小组？你连这个都不清楚。
所以你失职嘛。你再大声讲，所以你不清楚。这个联合稽查小组哈、哦，不是你管的，不是说是另外的业外单位管的。我们有非常多的联合稽查的小组。我告诉你，你是不是基隆市市长？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好了。我当然是基隆市。你当然是基隆市长，所有的业务你当然要去稽查，你当然要辅导，你当然要知道。我想分层负责，分层负责对，但是那个头你要知道啊。这么大的稽查小组，他掌管的是什么？掌管的是什么？八大行业，你不是也很那个关心吗？游戏业者，你是不是也关心？惩罚处也请列席。最重要，联合稽查在做什么？非常重要啊！这是中央下达的直接命令，你怎么会不清楚呢？你这么的失职哦！好，处长，那个财政处长，你告诉我，这有没有违反比例原则？因为我们那一天是那一天，你知道不知道？我要你回答的就是这个影片，如果人家要调阅的时候，司法单位要调阅的时候，你的话就是呈堂证供。那一天你知道不知道，他调了这么多的单位去做这个违法的搜索，你清楚吗？你核准了没？在做这个搜索之前，你们有没有开过所谓联合稽查的会议？就说要去的会议，有没有？应该是有开。有开，好，拿出来。你们的所有的行为，我就是界定变成以辅导之名行违搜之实，不是吗？联合稽查可以这样查吗？联合稽查可以这样查吗？政风室还是法规小组，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法政单位的？哪一个单位是管理那个法律的解释的？来，市政府相关单位来，请到，请上备席来。一路走，一路想，刚才你看到的行为是什么行为？请问一下，刚才那个行为是什么行为？好，你现在打电话，好，你回去做好打电话，请他来，我们等一下会再谈这个案件。就明显的显示出来，你们已经超越了行政法的一般的原则，不仅没有信赖保护的原则，没有诚信的原则。你告诉人家你是要干嘛？你要做辅导呢，你要做辅导，结果你做了什么？你还比联合稽查更过分，你那个叫做搜索。好，我们是根据烟酒管理法第38条。38条，你根据他38条，他可以做搜索的动作吗？是主管机关对于烟酒业者依本法规定相关事项，应派员抽查，必要时得要求业者提供账簿文具、烟品或酒品真伪鉴定报告或来源证明文件。是，好，处长，这个我也看得非常清楚。第38条，你是请人家准备，而且你要事先告知，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啊，你在这里面有写吗？有要他准备任何的资料吗？为什么你要突袭性检查呢？为什么你要突袭性，就好像突袭性谈判一样，你为什么要突袭性检查？有他的必要性吗？有检举人吗？有没有检举人？那一天有没有检举人临时检举，让你措手不及，让你必须这样子的调动大队的人马？告诉我有没有检举人？没有嘛，所以你们已经违法了。市长，依照烟酒查缉及检举案件处理作业要点第15条，你都登一款哈。地方主管机关在办理这个烟酒稽查及取缔相关业务的时候，得对业务相关人员依办理情形酌予奖惩，对不对？他查到了，当然有查到的奖金啊，他查不到的，或者是他已经违法了，那你还是要啊，你要依这个给他。而且呢，作业要点的第29查，稽查人员设有渎职知情事，经查明属实者，应依法依处，其触犯刑责者要移送检察机关侦办。
依照刚才那个的话，他没有必要的情事，三十八条是要有必要的情事，对不对？他没有必要的情事，你没有办法去做这样子的搜索。还有当初业者也要求你们出示搜索证，而且出示搜索人员告诉我们，你说你有做 CID， 你说你有做海巡的那个查缉人员，你要出示证件都没有，那你说这是警察国家吗？我们基隆现在怎么样？回到哪几年代？蒋经国时代都还不敢这样子，你林永昌时代这么可怕、啊？林永昌是这样子的，你把我们基隆人当成什么、啊？你把我们基隆的业者当成什么？我想问一下市长，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现在基隆还存在几家制酒业者？我想好像应该是从过去就只有一家。过去就只有一家，没有吧？那现在有几家？现在应该一家吧。现在一家，产发处处长，现在几家？现在一家。财政处长，你每次都在查人家，现在几家？一家、哦。啊，可是这一家不是已经歇业了吗？没有，他办理暂停。他办理什么？暂停。他办理暂停。他为什么要办理暂停？不知道，当然知道啊，就是你违法搜索啊，不仅违法搜索、哦，还有，你们还去检举，你自己都是监察机关的，你还去检举人家？那一次，把这一家业者又是针对性的。市长，我要你哦，这个案子违法搜索要案子要依法调查，可以吗？我想这个案子应该已经都在调查当中。哦，都在调查了，你知道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我大概这样。你说明一下是什么样的调查？其实那一天去最主要是。不要说那一天，我说现在这个案子有没有在调查嘛？市长他都要公务调查啊！你现在告诉我是怎么的调查？谁在调查？有关单位。有关单位是哪些有关单位啦？啊，有几个有关单位在？有几个哪些单位？请你说清楚，这是机密吗？怎么会是机密？都密。基隆地检署就基隆地检署，对不对？基隆法院就基隆法院，对不对？基隆调查站就基隆调查站。你现在告诉我有哪些相关单位在调查，请说明。请说明呢、啊？啊，不，你都又在糊弄市长，市长这个处长是任吗？又在糊弄你。什么时候在调查了？你要说清楚，你北三公调查啊！你说在调查，我就不要问了。检举人已经向我们政风处检举了。好，政风室，请上备巡台。现在你查的怎么样？说明一下。你有查吗？是，报告李议员啊。这个案子我们因为当事人跟廉政署检举啊，曾经检举这个案子，廉政署有转下来，我们目前我们有请财政处来提供资料，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这个月他什么时候拿给你？廉政署什么时候拿给你？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当应该就是上个月吧。上个月几号？上个月初、上个月中、上个月底？哦，我你现在才开始，你什么时候跟那个财政处调资料？是我们跟他们要，就我们现在因为还要。你现在才跟他要？不是，所以你们就官官相护嘛，不是吗？上个月就给你了，现在都已经四月多少？我咨询叫做五月了，五月多少？五月中了耶。不是，你现在才要资料？不是，跟原报告是五这个月。你们案子很多吗？是，跟原报告，我们现在目前查处科只有一位科长。你什么时候好？我现在不管你了，来。他上个月已经给你，你什么时候可以结案？包里远是我们上个月跟要资料，然后这个月要不要我给你资料？对啊，我们现在有这个。啊，不用，我就给你资料啊！我等一下咨询完，我就给你资料好了。你不用跟他们要资料，他们给你的有可能是假的啊。我们这个有资料啊，所以我就说怎么会在调查？那么阿北上边啊，人家的确要去告啊，可是人家不要啊，因为人家希望我咨询啊，因为我也在调查这件事啊。好，那我再问你哦，
你们发文的时候，你可以把人家的个资秀出来吗？人家台北市就没有哎，哎，台北市的文怎么跟你们的文这么不一样？对不对？台北市的文跟你们的文，人家都是空白的，人家就写名字，写公司的地址有，公司的名字编号都有，但是个人的资料是没呢。啊，你们呢？大辣辣的，把人家的随便所有的资料都弄，而且呢，你还副本给非常多的单位，你们还副本给非常多的单位，你写哪？你是故意的？这个没有泄露个资之余吗？你们还把副本给那么多的单位？哎，你写哪？所有的，还包括人家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性别住址。全部都给人家写出来，哦，住址没有，因为住址都是在同一个。你把人家的个资弄出来干什么？你也是泄露个资法啊！这个，政务室处长一并处理。好，还有，来，处长，你这个以后去跟政风室处长讲，不用跟我讲哈。还有另外一个，因为我怀疑嘛，我合理的讲说，你怎么可以去泄露个资？怪不得现在诈骗集团那么多。对不对？因为你这样随随便便，如果他把这个封丢在信封里被人家拿走，个资就不见了，个资就走了哈。好，来，我再问你，经过地检署核定不起诉处分。好，你经过地检署核定不起诉，为什么不起诉？理由是什么？个资可以随便就好了，还是因为你们是这个官嘛，官最大？如果老百姓这个的话，老百姓就被判刑了。所以恐龙法官呐、啊，恐龙法官呐、啊。现在终于知道，又在你们的身上得到一次印证。来，我再问一次哦，再问一个。这个业者呢，当初有一个有机银川泡圣米酒，是哈、哦，在102年参加十大伴手礼也得奖了。后来呢，因为他做不多，说实在啊、哦，小本经营嘛啊、哦，做不多。他在当年得奖以后，全部卖光了。你们居然在104年。可以拿到他的东西，而且呢，拿到的时候又怎么样？拿到他们东西去检举。我想问一下哦，你把发票拿出来，因为他没有留样本嘛。那个发票，那个政风室这一件事情，你要去查。这个是交办事项。交办事项，人家你说100，他那个时候交办的时候是100啊。是当年的什么交办事项？我知道。来，你说，你有发一个文哦，你给自酒人说，交办这个本府是依照财政部国库史104年8月13号，哦，以台库酒制。对，你这伪造文书，你知道不知道？因为啊，你拿去，你这个酒拿去检验是几月的事情？是6月的事情呢。是谁交办的？是你去检举人家才发文给你。说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你自编自导自演呢？你们6月，市长，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你有没有诬陷呐、啊？你们6月哦，拿了一个检验报告，谁的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呢？拿一个6月11号去，拿一个检验报告，而且那检验的过程当中更好笑。瓶身没有标签，然后你们拿了什么东西？拿了网络上拉下来的照片，跟他讲就是这种酒，这个可以吗？等一下卫生局长告诉我们，当你要去查气的时候，是不是要拍照？是不是要受封条？是不是要依法？你都没有依法啊，结果怎么样？你6月拿去给人家进去，结果人家当然用8月的时候拿来说，哎，这个可能有问题，你们自己去检举，这个叫什么？哎，陷人于罪，而且使公务人员登载不实罪。政风室哦，这个案子哦，你都要全部去调查，这实在太可怕了。我发现市长，你从这个事情看见，第一个，你找处长你有问题。第二个，你监督你的部署你也有问题，这么大汉家躲来给躲，哎，事情你不知道。好，来，我给你一本书，这一本书
发行了25,000本，在各个大的酒厂、酒庄，所有的客人，大家都看得到。这里面呢，他写了什么？市长，你可以打开来吗？那不用打开，你封面里面写什么？封面写什么？说明清楚。啊？是不是让翁处长说明清楚？我告诉你，你去跟那个跟政风室讲，还有政风室，等一下我会给你一个这个资料，让你查了也比较方便。这个资料啊，都帮你弄好了，他的涉嫌都帮你弄好了。等一下就给你哦。还有，我想要问一下，为什么宜兰海巡署会过来？宜兰海巡署是你们查联合查缉稽查小组吗？现在市政府联合稽查小组是谁？哪一个单位在管的？可不可以赶快上来？是谁在管的？它不属于联合，它是属我们烟酒查缉的这个联合小组，它不是。他是烟酒查缉的联合小组，你把书面给我。我咨询完了以后，你看你是下个礼拜给我，就是你们的这。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天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可以来跟你们一起。我们基隆市的稽查联合小组的这个主管单位是哪一位？都没有人哦，那就把解编了。你在讲什么啊？你发文给人家到底是烟酒稽查还是联合小组稽查？那你为什么调动我们的联合稽查小组？你到底那一天在做什么事？应该是联合烟酒稽查小组，有烟酒稽查小组的成员，联合稽查小组有另外联合稽查小组的成员。好，那我问你，市长，如果要联合稽查，你们要不要开会？你们什么时候开会？好，你把那个开会的文拿出来，说你们要稽查哪几家，你拿出来，我看啊，我可以审阅啊。如果没有，你再伪造文书的话，你罪加一等。你刚才讲有、哦，对不对？市长，你可以让其他县市人跑到你这边来抓人哦，或者是说不是抓人，还是违法搜索，可以吗？市长，你这样保护你的市民啊，那如共如。撸盖一种还拉扯，可以吗？你还允许在没有你的同意范围内，没有做会议的记录里面，处长，你如果再一再的误导市长，你两个俩俩去关啦，对不对？市长，你回去好好的查一下。我在这个议题上，我都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好，那我们现在来弄另外一个议题哦。那个处长，你们都可以走了。等一下，政风可能你还要再上来一次。哎呦，是弊案。好，你先回去。好，市长，你还记得吗？去年有污染事件，对不对？你开了一个非常大的记者会，然后呢，信誓旦旦告诉所有的民众，基隆的民众说什么？说国军，因为你那时候已经知道是国军了，有污染，非常的严重。你要罚多少？300万拿起来，800万，啊？你还记得这件事吗？105年12月6号，由市长召开记者会，表示将对军方裁罚《水污染防治法》相关法律最高的罚则600万-600万。可是你现在裁罚？结果是怎么样？出来了没？好，谢谢吕议员的垂询。我想当初军方的这个漏油的事件，我想我们非常的就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是依据相关的一个规定。好，后来结果怎么样？不要再跟我解释什么，只要说现在。我们也已经要求这个做这样的一个最高额度的一个处罚。不过后来军方。
他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处罚他们有异议，所以军方提出相关的异议，然后这个送到我们市政府来。不过我们市政府对于军方的提出来这些说明我们也有意见，所以把全案送给环保署来做一个这个。然后环保署的回答是什么？环保署的一个说明，我是不是请那个环保局来？环保局，赶快上来。请说。环保署要求我们要确认是不是属于事业，或我们确认军方我们的国军。所以呢，这个行政裁量权在你们的身上，对不对？我想是不是事业很简单啊？那个国防部绝对不会是事业啊！以上。国防部为什么不是事业？因为它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事业一定要以盈利为目的吗？我们要确定的是，第一个它有没有盈利行为吗？如果你这样讲就不对啦。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你还要依什么啊？这个也是你们自己讲的啊，对不对？这跟盈利没有盈利有什么关系啊？啊？如果这样子的话，依水污染防治事业分类及定义业别第59项下，其他中央主管机关指定是事业，包括除油槽。我问你，你既然认为它不是事业了，你还干嘛依照这个？表示它还是事业啊。所谓的事业跟盈利跟不盈利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那所以你才会用这一条啊，你不是吗？前后矛盾。那你依照这一条，你的裁量权，你说作业环境对不对？将油注入的这些油槽桶上面已储存汽油、柴油、燃料油、废油或其他的油品，其槽或桶容量合计达200公升以上之事业，这个叫做事业，要200公升。后来你们去查了，没错，你们有去查。哎，在地下室这么多。所谓的油槽，地下室的油槽，再来你看嘛，这他拿水烫啊，一烫都200公升哦，他储存那么多，你们说叫做空桶，那么多的时间，2月2号你已经拿到了，结果呢，你2月8号去看，在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11月28号发生的，11月29号确定是军方的，结果呢，你们那么久，到你2月8号搁去看，去看他拿水烫啊，你讲这全部是。装备是什么？是空的，一个桶就200加仑了。好，我再跟你说好了。他跟你讲说，这个事业啊，必须他除油厂在作业环境内，作业环境内哦，超过200公升就是事业了。你知道军方这个油料库要储存什么油吗？一般用油，我跟你讲，我这有做功课。唉，弄到哈。第一个，一般用油，就是他们的车辆要用啊，他们的发电机要用。第二个，训练性用油，也就是他们要进出他们的训练基地，每一次去至少要1000公升以上到30000公升。还有战备用油，那就更不用说了，战备用油要多少？那飞机够爱去的呢。他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当然是超过200公升，他当然是一个事业啊。所以你的行政裁量权，你就是什么？你就违法裁量嘛。好，然后那一天结果呢，你们都依法没有，信誓旦旦骗老百姓说啊，我们一定怎么样，让老百姓鼓掌啊。市长你叫做什么啊？说一套做一套。我想哈，我们依据，我们已经依据我们的职责做清楚。市长，我还没有叫你讲话。环保署做这样子一个决定，我们也必须依法。你这个叫什么？我的麦克风有没有听到？我的麦克风的转换没有哦。
还是没有，还是没有。好，你这个叫做什么？你们用你们的裁量权违法裁量嘛，对不对？你这个哈就是怎么样纵容，你让我们的所谓的军方河川污染那么严重，只许州官放火，对，不许百姓点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结果呢，他们二次污染的时候，人家隔壁机车行，我告诉你们去罚了隔壁机车行，然后呢军方二次污染喷啊，你还帮他解释因为怎么样的关系，他喷了2公尺高，然后呢沿着这个自来水的下水道，然后去污染我们的地下水，你觉得都无所谓，可以这样子吗？好，那我再请问一下，他们在整治的时候，整治范围你怎么样去知道他的整治范围？那个市长你不知道，你都不办，因为你真的是一问三不知。来，局长你说吧。这个议员说的所谓的整治是不是指那个污染的土壤的部分？对，污染土壤。在污染土壤的部分我们有采三个点，所以我们就把要求在受污染土壤的部分全部挖除。那第二就要说明一下，依照土法的规定的话，它是属天然的土壤，所发生的地方全都是在马路上面，这不在土壤污染法所管制的一个范围内，但是我们也作用进行了相关的一个采样，那要求国防部依照有受污染土壤全部挖除，然后重新再回填。以上。好，很好。在所以呢，油污如果在道路上的话，我们就没有法去罚它了。没有，要跟玉作报告一下哈。军方那一段时间，因为油库的关系和威海营区的关系，所以整个的油库是没有使用的。他们海上所有的油船都是由加油船去加油。所以你认为说他们没有使用的原因，就是那个东西不是他污染的？玉作报告。第一，我要先说明一下，在事业的部分，因为他当时的所有的油库是没有在使用的。不是吗？你告诉我，你们确定了那一天的污染到底是谁污染的吗？跟你做报告，那一天污染我们经过开挖之后确认是军方旧油管的残油。好，军方旧油管的残油，它是旧油管就不是军方的哦。啊，所以他你们已经确定是军方。跟就是发现是军方，所以我们依照行政程序要求军方立即采必要之措施，所以军方好，他采的必要措施是什么？第一个我先问你，对不对？你说你这个是那个海洋广场油污污染案土壤检验报告书，对不对？你有给他，他有提这个所谓的检验报告书跟土壤评估调查报告一样不一样？依照土法，如果有污染事件才需要提。他有没有污染嘛？那玉作，我要再解释清楚，因为我觉得给人家给你提供的讯息对法律不是。我问你，好，对法律不懂，那我问你，所以我说到底有没有污染性？来，我们一个一个厘清。第一个，军方有没有污染？没有，要没有，对对对对对对，提来慢慢的，我们慢慢的讲。对。我问你，你就回答。土壤污染法嘛，好，土壤污染防治法。我不管你什么样的污染防治法，我现场有来依法行政。局长不要发疯了，局长不要发疯，来，我们慢慢来，你 calm down， calm down， 来。军方这个废油管，它爆裂了，或者是它油出去的，它污染了你土壤，它污染了我们的河川，接由河川。然后流到了海洋，所以它污染到海洋，所以它有三个法，对不对？一个土壤的这个污染防治法，一个水污染防治法，一个海洋污染防治法，对不对？所以它可以用三个法。好，军方是不是有污染？军方第一确定有污染，但是要做三个法，我来解释一下。不用解释 法，我的意思，这三个法你都可以使用的，你为什么一个法都没有办法去裁决它？但是南龙路的那家机车行，你就给他裁罚了。所以我刚刚讲啊，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南龙他是亲自把它倒到，你看到哦，你看到啊，晓得啦。
我们的同仁还有公司的同仁沿着下水道这样走，发现他从他讲的哦，这个讲的太好了，他在那边走啊，慢慢的走，没有看到，然后就可以确定他是该抖抖下水道。他们走下水道是很辛苦的，穿青蛙装下去走的。哎呀，市长啊，市长，市长，听候市长安怎讲？哎，市长公吼、哦、指出前面我都卖给你讲啊，用证据说话确认漏油点，是否以慎重严谨态度来处置，不做无谓的臆测。你刚刚就无谓的臆测了嘛？我想我们的财阀依法行政，安尼拿他啊倒落去哦，啊当然嘛无嘛。如果厂商他有异议，他可以依法提出啊。我们他有，我告诉你哦，行政救济的程序。你今天这样子做，你就是太傲慢了。为什么？因为他一提出来，你可以弄很多的法来去管他。我告诉你，民不与官斗，所以为什么呢？行政法的时候要求你们更高，你要自律呀。而且，对不对？你还去，你今天查都已经看到了，这个军方喷的那么高，然后游下去的，你还不罚？有三个法毫厘内。你就赌值啊。好，我现在还要再说一件事，让我非常生气的一件事。你12月14号才发文跟军方讲，就说你要去调查了。12月19号的时候，军方就来送礼，对不对？他送什么礼？我腿胖没啊？他送这个礼，可是他比这个礼还要更什么更高级？为什么更高级？因为一个大的啦，嘿。然后我这个哈、哦、才买没有多少钱，嘿，我买哈、哦，他至少还800-900起跳，好贵哦。我为了这个袋子，我还要花差不多800块去买，因为他我说我买袋子，他不要给我。然后呢，他说你一定要买水果，哎呀，熊，嘿，水果吼、哦。安尼，几粒啊水果、苹果啊，无啥物，800块。啊，你那个吼是更宽的，因为我买不起，因为那要3000块起跳。啊，你有没有报？张东士来，他有跟你讲说人家来送你吗？哎，实在是哦。他有报吗？哎，十二月多少？12月19号。等12月20号，是报礼，或12月21号，看看这个12月下旬的时候，他有没有报说人家送礼盒超过3000块？哎，这件事情我们请我们环保局政务室有去了解啊。他那两个大袋的东西是就是要那个检验用的土，里面装的是土，那里面他还有带那个有好，等一下，等一下，政务室，我跟您报告。你们那个环保局政风室哦，都乱讲话。人家拿3袋耶，又不是拿2袋。第一个谎话就被我戳破了，三袋，三袋啦，提3袋啦。啊，3袋里面就明明是水果啊，啊都吃下肚子啦。这暴力员，我能不能再说明一下？好，我告诉你哈、哦，人家也有弄到那个廉政署，廉政署怎么讲？他说啊，阿布拉阿布拉的啦，哈，来，他就讲说，有关军方人员馈赠及官说等情事，系属尚未违反基隆市政府及所属机关学校员工伦理规范2第9条跟第10点偶发机关公务员礼仪性质之范围。人家就知道有3袋呀，只是他觉得说没有违反到礼仪性质嘛。那没有违反到礼仪性质，就表示有水果，有水果，有水果。哎，公啥盖你个条乌哟？是，包吕爷，是我里面有他送的礼，有那个宣传用的帽子，还有马克杯，还有那个阴水那個。啊，为什么要拿这个水果袋很高级耶？还记就爱撒钱扣，他那个是宽的，他要一定要用这个水果袋吗？不是要拿自己机关的袋子吗？怎么会去拿纸袋，去拿这么高级的纸袋，连袋都没塞，这多少？
我买这个八百块，八百块害我了八百块，对不对？他是拿三代的比这个三千块的呢。那讲了，你讲的这个话，没有人会相信呐、啊。真是的，所以啊，我就在讲，为什么你不愿意在财阀的时候，你不愿意财阀这么多的法条给你，你不愿意，就是，对不对？这跟这个是有关的哦。我合理的怀疑，尤其是在那一天，还有，等一下，我再跟你讲啊。你说他有送这个土壤，这个啊，他要整治的话，也要有一个整治计划书啊。啊，整治计划书你怎么没有跟他要？这法令适用问题啊，我觉得真的提供旅演的人，他对法令真的是有误解，因为他不是天然的土房，当然就没有回。什么叫做不是天然的土？法，因为土法讲得很清楚，就是天然的土壤。既然它是马路上是都回，我们马路上不是天然，下面不是天然土壤，爹妈家一卡。沥青下面不是天然土壤，是您到底偷的诶偷提去倒的哦。没有，现在针对于土壤污染防治法要求的土壤是指天然性的一个土壤。我们的基隆的，我们的农田，比如我们污染到我们的其他的，哦，比如保安的土地这样的一个土壤的一个污染，才会有依照土法去要求它有受污染，提出污染防治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它这个前提是马路，马路上面有很多的管线，有很多的瓦斯管桥。然后呢？它回填的距离，包括它有提了很多 CLSM， 包括一些那个低强度的混凝土。怎么样？它这个部分就不受于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管辖，我们也不会说因为有车道它有污染，我们就要求去公告整治。那为什么？那你去罚人家机车行干什么？机车行是把它的机油倒到我们的道路上面呢、啊？倒到水沟里面。啊，那它也是倒在水沟里面，它喷起来的时候沿着水沟下去啊，这是你们的报告书里哪边下来哦？自己下来，我们是我讲的，我没有伪造，你自己讲的啊。它喷了两公尺那一次啊，它在接管的时候不小心切开，你还帮他讲话，不小心切开，然后弄了，然后它沿着自来水啊，然后流入那个水沟里面，啊，你怎么没有罚他？你做过，他并没有做任何的施工啊。污染的还要施工才叫做污染哦，它有没有喷起来？有没有喷起来？那两公尺那个事情有没有？哎，做报告好，两公尺的事件，我后续有去了解，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管线有出现问题。我不管你为了什么事情的方式，因为你要加来确定，那它有没有喷起来？我目前我有没有喷起来嘛？啊，然后有没有流到水沟里？你的报告里面写的啊。你报告是不是你立下？不是立下，你嘛无看啊，无看你都给他合格下去了。这不你们报告书写的、啊，报告书写的、啊，你的报告书自己下来啊，对不对？这你的报告书写的、啊，你的那个报告书写的。没有看到说他流入水沟。哎，对，没有流入，没有流入水沟。那是谁写流入水沟？你的报告书写的啊，你的报告书有写啊，你有一本报告书啊，你们的那个报告，你想一个在马路上开挖的一部分喷起来，它会留在它原来的地方啊。我告诉你啊、哦，那个正风室这件事情你也去查一下，还有馈赠啊、哦，它的馈赠超过的时候，它为什么没有那个？跟你做报告，没有报告馈赠的部分都已经调查完，而且是送廉政署了以上。那你录影带有没有给他看？录影带呀，你忘了？你们都有录影带呀，怎么没有录影带？那个正风室，你送廉政署的时候有没有给录影带？失职。你做报告，那个陈前其实是用录影带的资料，所以他纯粹个人臆测了。哦，我们绝对没有部分。哎呀，我跟你说好不好？这个他给的录影带哦，还不是最终的录影带。你们每一层都有录影带啊，怎么会没有录影带？你们没有录影带吗？啊，为什么我们的行踪都被你们抓得刚刚好？正风室失职，你没有仔细去查，对不对？没错吧？这纯属陈前不是私人的臆测了。
这什么事？不是啦，我为什么要查这个？这个因为查这个的话，是去判断为什么你做裁量的时候是这样没有依法裁量，而且事业机关就是200公升，一看这个东西，我们裁罚是600万，如果因为所谓的，啊，他没有裁罚600万，刚刚你讲的那个礼盒600万跟那个差太多了，是啊，所以呀，你讲的对呀，所以我还不知道有 under table 的东西，还没有查到 under table 这个东西是。这个就是第一个先给你嘛，哦，对不对？告诉你啊，这个就是这样，还没有完成啊，因为他给他的时候是12月19号，这个，是军方来，等一下，你要问我这个事情，我就跟你讲，军方国防部又怎么样？哦，对，我现在还忘了，你提到国防部，我才想到，当然有可能你是因为接受了这个，刚才我们的市长讲得很好，提醒我哦。你是因为接受的这个东西，哦，我的预测是这样子啊，不好意思。可是你有一个更大的压力来源是什么？我们的立委蔡适应国防委员会的，你发文不给他处罚，你还副本给蔡适应国会办公室，蔡适应立法委员国会办公室。所以啊，你现在的你有两个，一个是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第二个就是因为立法委员的压力嘛。对不对？那你市长你更没用，立法委员为了他自己要跟国防部搜求搜求，你不要讲话，我没有叫你回答，我没有叫你回答。哎，等一下，先把那个市长的那个麦克风关起来，扰乱我回答。等一下，不然就要给我多两分钟，扰乱我质询，对不对？一个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所以你就。裁量就说他不是事业，不罚600万。第二个就是蔡适应立法委员啊，不然你干嘛？你回文为什么要给蔡适应立法委员？为什么副本要给他？其实你怎样不知道？你们副本有给蔡适应立法委员国会办公室？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回答是知道或不知道就好了。好，来听，哎，来帮他打开，给你。说是或不是就好了。来，蔡适应立委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就到现场去关心这个案子。对的，不管他当然很关心。事情的处理回副本给蔡适应立委，我想这是一个礼貌跟尊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听，我告诉你，你什么？你当初要给他的，叫他来说明，来什么都没有给他，你只有一个给他，什么那一个？就是不裁处的那个文才给他。还有，我们有发文，环保署的文也有给蔡委员。好，对不对？一个身为基隆市立法院的这个立法委员，居然不关心国防部，还比关心我们老百姓的健康还要重要。你一个身为市长也是一样，刚开始就骗嘛，说一套做一套，欺骗老百姓，骗选票。好，你不要叫你讲话，你闭着嘴巴，浪费我的时间。不是这样子吗？当初就垮垮而谈，还召开记者会，结果怎么样？放了烟火就算了，以为老百姓不会追究吗？人家当然会追究啊，因为你讲的要法，这你不用讲话的，来把他的那个东西，对，很好，都没有声音了，你讲也没有用了，实在是的，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好，市长，我再问你一个，所以你这个油污染事件，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你刚才就拿了。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因为立法委员的关心，我不说他关说可以吧？关心国防部比关心基隆市河川的污染、人民的健康还更重要，居然连罚都没有罚。所以那个河川附近的那些老百姓，气候应该吗？你可恶啊！市长再问你一件事，把它打开了。我问你，轻轨是不是捷运？你说是或不是就好了，不要再。轻轨是捷运系统的一种。好，不要再讲了。好，这个会留为历史，因为我这个准备把它留下来。好，那我再问你哦，我们现在啊，刚才我有在问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失业率这么高，然后呢，你们有什么样的积极的这个方案呢？就是。
把那个事业力带动起来，你们有成立的一个资那个什么那个。你们有成立了一个，不好意思啊，跟你们战斗了太久了。好吧，我再问一个，那个公车处，你发车的时候有没有按时发车啊？我那两天的时候，老百姓有这边定点的看，然后呢，结果你没有按照你们的发车时间，你那两天给我，你就不用回答了，你坐下来。产发处，你那告诉我那个电子哦，对不对？来，你站起来，在这边不用过去。那个电子游戏业发照啊，那个104年，也就是新市长上来的时候发了多少张？104、105、106，看有没有发，说一下。通通没有发。通通没有发，好。那我问你哈，你们没有发，但是过去发的太多了。然后抓的时候，你们有没有自己编排人员去抓？有联合警察。联合起来。是。然后每次抓，那个后来警察局他们有去抓，你知道不知道？知道。每次都破大案，然后呢，给市长的绩效非常好，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知道，他们有去。对嘛？啊，你知道他们抓的时候那个费用很高，你知道不知道？假假班哦，为什么？他们就去玩呐、啊，假装是客人去玩呐、啊，然后才抓到，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花了30万？这个我不知道。可以啊，你不知道啊。啊，所以你要编足他的办案经费啊，实支实付就好了嘛，这个可以做得到吗？这经费应该不是我这边编的。啊，证照是你发的，不是你那边编的，干什么？当然是你啊，产发处啊，对不对？所有的工商科是不是你管的？工商是我管，但是警察局不归我管。啊，当然不是归你管，我的意思，人家警察帮你抓，不然以后就叫他们不要抓。那你们当然很高兴啊，因为大家都可以来投资的啊。各级处有自己的业务。不是我的意思，他是协助你，你要办那个什么协助奖金啊，对不对？他们抓了以后有没有奖金？我这边没有颁发奖金，我们也没有。对嘛，所以你就编列这个协助查缉的奖金嘛。是。你回去研究一下。好，那个文化局长。请问一下，现在旧渔会大楼怎么样了？未来会怎么样？你说一下。旧渔会大楼现在正在整个做一个规划。那未来规划的方向？未来我们会希望说是做渔业相关的一个文化教育，或者是说在做其他的一个文创商品的一个行销展示，然后结合一些外围的一些环境的一些活动，还有整个那个怀旧码头。好，请问一下，你那个只是一个这个软体的活动呢，还是硬体的使用？这两样是都包括的。所以呢，那个硬体要怎么样？硬体需要进行规划，还有再进行调查。什么时候会完成？这个部分我们预期是。好，你下个会期回答。好，谢谢。好，请坐。好，市长，我再问你哦，我们现在不是有基隆工商促进会吗？然后你又成立了所谓的基隆产业要生服务团，这是什么样的性质跟功能？说一下。好，谢谢吕议员。产业要生的服务团是不是请林处长来做报告？林处长，好，赶快说，我时间不多了。主要是那个我们针对那个我们基隆市的一个企业哈、哦，要进行那个诊断。那个县政联合的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个主题是要做一个发展，所以药生服务团主要的工作，所以你们现有的人力是不够的，工商促进会这些人也是没用的，所以呢你就必须要成立这个服务团叠床架屋，还是说你的这些现有的市政府的人员都是没用的，不然你干嘛还要做这个团？假如说三个人可以把整个市政都搞好的话，那当然就不用成立。问题是我们人手不足，所以你们现在的人手才缺多少人？我们之内，我们至少也要有100位以上的人员。100位就是光就为了这个产业发展，对，为了产业发展100人。那市长，那你要把这个升为大局啊，你要给他100个人啊，好吧？那个下个会期的时候你就报告，把他们提升，多给他们100个人。不要做体制外的，体制内的，你就编100人给他们吧。好，坐下。
还有我们的四龙整理整体的规划呢，市长你有三种嘛，一个是都更，一个是那个都市那个就拉皮，哦，拉皮有是市府要补助大楼拉皮，请问一下那个现在拉皮同意拉皮的或已经在施作的哦有多少个？我的印象所及，拉皮的这个事情之前是要走都更的一个程序，那只有现在目前有没有只有一个案完成的那个复杂的程序，但据我的了解他们这个案应该是不执行，所以你还是不执行嘛，所以你现在整体市容的规划，这个是张前市长的时候的规划，你不要再归给人家了嘛，都更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程序，市长我告诉你哦，不要什么都拖给别人，好，在这边没时间了，只是告诉你哈，什么事情都不要拖给别人，好好的依法行政，好，谢谢。时间到，休息五分钟。
森林议员，我们慢一分钟好不好？等一下我们拖一分钟。好，各位就位哈。我们接续下的是由我们森林议员的施政总质询，我们现在开始计时。谢谢我们蔡副议长、我们林市长、市府各局处主管、各位媒体界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想两年来这两三年来，我想我跟市长以及各局处的一个接洽所有的事件，我相信我们每个局处大概都也知道各区议员以及各位议员所要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想今天早上都是三个女性的议员，那我想我这边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你们就放轻松。那消防局长，你要是手痛的话可以先走没关系，你可以先离席没关系，真的绝对可以先离席，没有你的事哈，那你就放心了哈。那我想因为各局处我们大家都有密切的关系，也有很多几次的这个询问，还有询问你们的事情，那我想你们也都知道每个议员心中想要的是什么，想要做的是什么。所以我现在我也不是说考试，昨天林富兰林那个林富兰林处长打电话给我，你有什么问题要询问的吗？我说没有，他们都知道，所以我现在要问各位，我来问各位。那我想昨天林处长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从第一届开始到现在，第一届的张春熙市长、林水木市长，他们在质询前都会打个电话，你说有事情吗？有什么问题要我解答的吗？哦，那是我突然间想到，那时候因为刚刚当议员，就觉得他们打电话来问，非常受到尊重。那我就觉得说，其实都会跟他们讲，那事实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昨天的这个，后来这一段时间也就都没有。那昨天，林务兰林处长突然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就想到那个事情，所以我想请问一下民政处，你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吗？你知道我对你的问题是什么吗？林市长，你知道我要问您，我们这个民政处王处长的问题，你知道吗？知道不知道？你点头就好了。不是很清楚。哦，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真的很不关心呢，不关地方上的事务哎。郑议员，你可能关心是六合里民活动中心的进度吧？对，答对了。所以处长还是很关心，林市长要稍微更加的关心，因为你的岳父岳母都不是你的岳父岳母，你的好朋友都住在那里，哦，经常在问我。那么我想104年的这个10月12号都已经动土破土给你的，但是到现在，那王处长，请你解释一下，你对我刚刚的问题，请你说明一下。好，那个也谢谢郑议员对六合里民活动心的这个关心哈。我想之前跟厂商的争议哈，我之前有跟郑议员报告过。我现在所不要的是这些厂商的争议，我已经听了 N 次了。好。那现在是因为工程会已经做一个调解的建议哈，那第一次的估验款跟厂商进行所谓的解约的程序哈，那现在我们已经签准哈，就是依这个所谓的那个图的预算书已经重新订立好，那本工程那个建筑师他已经规划好了，就是说按照原本的预算是1050万，那现在因为过去的设计部分已经不符合市场行情，现在就增加到1300万。这个图书已经签准之后，马上就可以来进。如果就顺利的话，就可以进行发包。那发包就可以再进行来。所谓马上，还有马上进行发包，什么时候？大概会什么时候？现在区公所已经签上来，已经签准，就是说他现在可以进行发包的程序。那这部分我会请区公所掌握这个进度，就尽快发包。可是区公所不是这么说啊，区公所说还要给处长，处长签了之后才给市长，市长签准了之后才可以啊。已经批示了，因为我已经签上去给市长这边了。那市长批好了吗？跟郑议员报告哈，我已经应该是上个礼拜就已经批，就已经那个核定。那核定的什么时候可以？
如果刚刚按照程序的话，因为书图核定之后，他必须要公告，公告之后公告是几天？十五天？十四天？公告十四天啊，之后就是会进行发包，然后公告十四天，然后进行这个开标的程序。那如果一切没有问题的话，就得标，然后就后续进行工程。大概什么时候？如果是这样，应该是下个月就可以如果一切顺利，发包很顺利完成的话，应该下个月就可以开始来进行。那也就是六月。对，六月发包公告发包之后绝标之后得标的厂商开始进行相关的工程的准备的工作。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是七月左右应该可以进行。七月初还是七月中？如果其程依照经验的话，应该是七月中。七月中，我想你们还是要赶快，否则的话可能明年大概还没完成。我想市长那时候在动土的时候曾致辞，明年的中秋节我们可以在这边办活动，已经几个中秋节了，所以我希望能够在七月初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最新的消息，也是最正确的消息，也是真的是要做的消息，好不好？是，这个事情我也非常的重视，我们会来努力。好，谢谢。那再下来我要请教于这个，我要请问一下我们社会处，你想我会问什么问题呢？社会处报告郑林议员，我想应该是第一个应该是仁爱之家。答对了。那你说说看，现在仁爱之家，其实我只要答案就好了。仁爱之家我们也都去参访过，我们去也去了解过了，我们跟院民也沟通过了。那我只要问你，到时候是等到发包之后才请院民迁住到别的地方，还是怎么样？你只要跟我说可以跟不可以就好了。我想这个东西哈，它还是需要一个沟通的一个过程的哈。因为这个院民他有些人愿意过去，那当然有些人可能不愿意过去。那不愿意过去的话，我想这个还需要再做沟通。要愿意过去，问题不太大，因为我们去年编了700万。我愿意过去的话，我想我就不用在这边谈了啦，对不对？对啊，所以说不愿意过去，我们可能要谈了哈。那接着的话，因为从可行性评估这个报告出来之后到发包，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如果那些长者还住在这个民培宠三栋这个危楼，所谓危楼里面的话，那对他们安全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疑虑？这东西我们都必须要全面来评估一下。我想你到108年的时候才会开发嘛，所以你到还有两年，你叫这些老人可以说是非常孤苦伶仃的老人，然后搬到那个跟人家挤在一起，根本就是不适宜。今天我们将心比心，你的父母亲、你的长辈的话，你会怎么样的想法？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诉求，我想希望他们在这个中年这个。最后的这个他们的岁月，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顺着他，所以我真的在这边强烈的要求我们处长，我假如说你108年，现在才106年，还有两年的时间，那么让他们好好的度个好日子。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等到真正要开发的时候，他们也同意啊。只要真正我们看到其程就是真的要开发了，那我们愿意再搬走。我想。这个要求不是很过分。我想这个给长者尊严哈，然后这个在地安老，我想这个东西是这个我们努力的目标啦。那江敏感有几后不能后啦，因为譬如说两年的时间哈，如果住在那个老旧大楼里面，对他们的整个安全，然后以及整个社会观感会不会造成影响？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也要一并来评估。好，我想这个东西我们会尽可能面面俱到，然后也把议员你的这个意见把它参考在里面。好，谢谢我们。吴处长，那个我想在这个残障服务现在目前可以说是很多都是年轻人就中风了，40几岁，最近有几个我所知道的一些年轻人40几岁就中风了，30几岁就中风了，因为他看电脑看得太厉害了，结果脑中风就变成残障。那我想这个最近残障的人员也非常的多，有时候这个沪康巴士，我们在的人员哈，复健的那个车辆真的实在太少了。有什么样子？大家说要等，他等多久多久才有你的份？
然后还要变成就是他本来是一三五，就要去做复健，那变成怎么样？必须要等，这个礼拜三你不行，换别人，这样子轮流的交替，真的是对长庚人士真的是心理上非常的难过，而且有的因为他的这个残障之后，中风之后，他根本没办法去赚钱了，根本没办法赚钱了。那在没有办法赚钱、没有钱之下，自己家境非常清苦之下，他还要坐计程车，这个车资的一个问题哈，让他们也非常的困扰。所以这个复健的这个巴士哦，复健车哦，我是希望说能够再多增加几辆，因为让我们基隆市的诉求，你看看他现在残障人士有多少，要做复健的老人家的，真的是大家都在排队。你要了解他们的心声，我们不要让他们真的是非常痛苦。所以在这边，我想这个复健的这个车辆哈，我们希望是不是有变通的方式，也就是说他是有坐计程车，那么有计程车费的话，那个费用可以来申请或者怎么样。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吴处长，有什么样子的变通方式？真的是现在排队的很长哦。那最近我也是帮一个人排队，结果他就说还很长，不好意思。当然我们也不能刻意说我们要请你一定要怎么样，我们绝对不行。当然排队大家都在等，所以我想这一点请问处长，这个富冈那个车辆复健的车辆，你能够怎么样处理？要用计程车，然后用他们的这个收据来这个请补助，看看可不可以。好，非常谢谢这个郑宁远对我们身障朋友的这个权益的关心哈。那我想这个富冈巴士大概各县市都不太够了，因为这个失能的人口现在越来越多。我们基隆市现在大概2万多人，那目前我们车辆是31辆富冈巴士哈，所以从这个数量上来看的话，一定是不够了，好，一定不够。但是问题是，我们在过去大概2年多的时间，我们大概陆陆续续增加了5辆，好，那所以说我们现在还在积极的在这个进行这个媒合当中。但不管怎么讲，我看各县市的状况大概都没搞。那如果不够的话，补充性的这个交通运具是什么呢？它事实上就是那个无障碍计程车，就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哈。那事实上我们在前年底的时候跟去年，我们就开始很努力的跟车行做沟通。但是因为我们基隆这个市场比较小，车行过去没有这个经验，所以他们担心说是不是可能会没有市场，所以我们跟交旅处跟车行我们都保持密切联系。我们那个如果他愿意的话，无障碍计程车交通部那边会补助40万。那如果说这个车子如果说这个成型之后，车队成型之后，就像你说的一样哈，透过刷卡的方式，然后也可以补助。我想这个是第二个一个管道了。那现在我们努力在促成这个东西。那第三个的话是长照，长照现在也有这个长照的这个交通接送的服务，不过它是付费的哈，这个负担稍微这个它是要付费，可是负担没有太重。那这个看这个因人而异，所以说我们遇到这个个案的话，大概都是这样的处理，就是富康巴士，然后之后的话，我们将努力在做这个补充性的这个无障碍计程车，然后现在还有一个长照的一个这个交通接送在这个支援。那这样，假如说计程车还要改，其实有的不需要用这个计程车改良的这个残障人士坐的那种特殊车辆，其实有的是应该就是家人扶着就可以坐计程车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想办法，也只要有收据，那么他们累积下来3个月累积下来的话，可以申请补助的话，我想我们也应该给予协助。你看这样子可行吗？这个东西我们在演绎看看啦，因为如果说我们这个办法出来的话，是服务身障朋友，就像我们富康巴士一样哈。那富康巴士的我们现在目前接送到的很多都坐轮椅，所以你那个如果传统计程车的话，可能没哈啦。那你如果是大车，所谓的无障碍计程车，不管是坐轮椅或不坐轮椅，事实上都可以适用。所以在我们整个一个补助办法上面的话，会比较好定的原因在这个地方。那现在交通部他现在也在推广这个东西。所以我想这个我们都一并来考虑跟努力。好，谢谢。那在这边我想我们社会处这个福具资源中心，我想我是觉得非常肯定的哈。那么不管是借用也好，有时候我们去借用也好，或者是我们买了之后，有人买了之后，这个东西这个有这些福具，它根本就是不需要用福具的，然后送到我们这个资源中心。那我有到资源中心去看，就是在那个
祥丰街那边，就是在中正区那里。那我看到他们就是拿来之后坏的，他们自己整理好之后，然后要借人家就再借人家。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资源回收的资源是非常非常的用意非常好，那么我们也省下买辅具的用品经费，然后回收又能够再利用。但是因为我曾经借过病床，那这个病床可是我们他那里没有交通工具让我们可以运送，所以变成虽然是有东西，但是我们又真的是找不到车子能够在这个病床的这个，因为病床比较大，计程车也不能下去，开车也不行。你假如说是轮椅的话，我们倒还可以。所以我想，我们希望能够安排要借这些辅具用品的时候，我们希望是不是辅具中心这边能够有车辆帮忙安排送到这个需要用的人。我想处长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安排，不然的话我借了一辆或者真的找不到车子，我就只好放弃了。好，跟郑宁议员报告哈，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回收，然后回收之后这个维修哈，事实上是有车子在做这个社区的这个巡回服务，那可能是车辆也不够多了，所以说这个您刚所这个提到这个建议哈，包括这个除了做回收之外，是不是能够有相关的一些运送，那能够让这个整个运量能够更这个普及一点哈，这个东西我们来努力。好，非常谢谢。好，谢谢。那接下来我想问杜花处，请问杜花处，我要问什么问题呢？应该是安乐这个一期的国宅。好，答对了。那我想安乐社区哦，从1967年就新建到现在，那么也一直说实在，我当议员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每次的咨询，我还是要提出来。那我想我们最近也都增加了那个什么都市更新科，那我不知道跟都市更新科到底有去三民里有去跟他们的住户或者跟他们里长有去接洽吗？只有接洽过一次。我想三民里里长许里长他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准备齐全，然后第一计划的那个新建那个什么都已经完成了。那期待的就是第二次的计划书，都市更新的计划书，那到现在你们都没有一个进展，都没有一个进展。所以我在这边哦，我是觉得我们安乐社区这个条件是非常好，两边都是高速公路，两边出去就是高速公路，然后他们还有很多的空间。我们看到我们城上城盖得那么壮观，那么美丽，比这样子一比之下，真的是我们安乐社区这个政府所新建的当初是最轰动的这个国宅竟然在那边没落，在那边萧条。所以都发处你要有作为啊，既然都已经成立了都市更新科，那到现在到底是进度到哪里呢？我每次都要问你进度到哪里，我不如问我们许里长。我问了许里长很多的事情，许里长说你跟我问这些问题，搞不好都计科的科长他都不知道，他都不懂。我不晓得到底你成立这个科室会有一些不懂的人士吗？我们希望你不懂的话要去问啊，要去了解啊，都是从台北过来的，也他们也非常有经验。那我想请问我们督察处，这个国安段的这个53D号这笔土地的这个更新案到底处理的情形怎么样？好，跟郑宁议员报告哈，这个案子是按我那个地号是53D号等11笔土地哈，然后依都市更新，它原来其实是在我们都市更新条例部分，它叫做那个重建的这个部分哈，然后要做。然后他在102年的7月22号成立的更新会，好，成立的更新会。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叫二期的部分，那因为二期他更新会成立的同意书其实过低，所以没有进门槛。好，这议座也知道。然后这个案子其实105、106，其实议会都非常的对这件事情在议会上面各位议座都非常关心了。其实我们也列入出会议的列管跟相关的科长也都有去过做相关的说明。然后跟议座报告，第一件事情是更新条例，好、哦，
都市更新条例这个部分其实还在那个那当时在立法院审议，然后现在那个内政部又过了一个新的一个法律，然后再跟您报告一下，是同时我们争取的中央叫更新辅导团，然后更新辅导团就可以进行对这个那个地区哈，就是更新地区里面的更新单元里面的所有的人，也可以做法说。然后之前里长的部分，我们昨天也请记者也去了，好，那我所知道昨天回报的消息是说，我们如果要，其实里长可以跟那个辅导团做那法说的说明，我会更进一步去做相关的推动。中间过程中，我们都有积极来做相关的协助。不过他这个是个。目前这部分是这个重建部分，它一相关的那个这个重建要提它的接下来要提的是更新概要跟事业计划的后续的事情以上。其实他们都已经做的差不多了，你现在又成立一个辅导团，对啊，又有辅导团，又有都市更新科，啊，你们这两步马车要加快紧加紧脚步啊，对不对？能够在林市长的任内能够有一点点眉目那就行了，但是我想其实你们还是在原地踏步啊，还是在原地踏步啊。他们改建委员会也成立了啊，都市更新会也成立了，都成立了，只要你们插手看要怎么样去辅导，而且居住的市民他们也同意，只是插一脚。什么一脚？就是市政府的政府公家部门的能够插入的话，能够踏入去协助他们的话，他们相信我们市府的，他们绝对对市府所插进来所做的所有的这个案子的话，他们会信任，有那种信任感，所以他们都委员会都成立了，盈利事业计划书也都做好了，那么现在就是等成立所有权人都市更新会。所以这个你们没有很踏实的去确实的去协助他们，我希望就是说，假如说一有挫折或者一有什么问题，那么再跟里长协助帮忙，请里长到底问题在哪里，你们要确实去做，不是说今天要开会了或者明天要开会了，然后前几天然后再去开一个会，哦，我们有去开会，我们有去了解，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非常不好。报告一座，其实你在前一两个月，其实我们也有想要跟您报告内容。其实我们这在初步会议都列管，持续再去做的，并不是说在议会前才去。对啊，你成立都市更新科，一直到现在就那次会议啊，我知道啊，就那次会议而已啊。我手上资料去拜会跟电访跟，并且还有去帮他去争取营建署的相关的法，那个最后的那个事业那个。更新的补助相关的钱的这些收据相关事情，其实这部我所手上资料都不下六七次了。那我是希望说能够这个三百户哈，这你最起码第一批先用出一个名目出来，好不好？这就会要涉及更新条例更新单元化的部分。如果以现在单元以三百户的部分，那三百户就要涉及到相关的事务就比较多。如果要切割单元，又有都市更新的单元，其实在法令上面其实最少要1000平方公尺，这些东西有相关比较详细的事情，我更细一步我会跟一桌报告。好，那你就尽速去用。那在这边我想，我上个会期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案子哈，有个案子就是国家新城32巷通往壮观道路壮观里的道路，那这个是都基科必须要去了解状况，然后再批建一条新的道路，也就从32巷直到壮观。那我想那一天会刊的时候，里长壮观的里长跟我们里长跟五福的里长都有去会刊，那觉得这条道路能够打通的话，能够再批建的话，那当然是要都市计划科通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道路用地那才可以。那其实之前就有一条道路，它是设在六合里的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地方不适合。假如这个地方可以打个山洞出去的话，直接就到壮观里，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国家新城就有个出入口，可以从那个地方从32巷转出去，塞车的时候就从32巷转出去。所以在这边我也希望说回去之后哈，那因为这个有会刊记录在，我们希望你回去之后这个通往壮观的道路能够编入
我们都市计划通盘检讨之内的话，列入案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协助一下，好不好？包玉座，我可以说明还是？好，你说你知道吗？包玉座哈，那个有关道路系统的调整，就诚如你说，一个方式叫通盘检讨。好，那通盘检讨是那个每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编列相关预算才能进行的通盘检讨。那您说的会勘这个部分，我们也列入陈情案，在这个部分已经列到未来如果有通盘检讨，会做这样子的通盘的整个道路系统的检讨。另外一个是道路系统，其实还有那个都计划法26条、27条相关的规定，那个其实是个案变更的，那个部分也可以从事。可是如果要做个案变更，就必须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提出相关的变更。好，法令是这样子说明。那您刚刚讲那个，我们已经列管在那个有列管是不是？是。好，谢谢我们处长，谢谢。那再来就是交理处，我想请问交理处，我要问什么问题，你知道吗？一周一直很关心那个乐立三街基金路那边附近的问题。哎，对，哎，那你说说看。那个部分的话，就是一周一直很 push 哈，就是那边后侧的空间很不好哈。那个部分就是国道跟公路客运还有施工车都一起挤在那边等车哈。那这个我们增设那个公车停的部分哈，那公路总局已经核准，那我们也列在这次的最佳检预算，也麻烦公车处现在在设计，那我们希望可以赶快发包的施工。那谢谢，我想，这个是一部分呐，哈。那在这边也谢谢你，就是乐立三街那个桥下也画了人行步道。那这一点，我相信，我想那个长乐里的所有的居民老人家都非常感谢这一个人行步道的一个施作，让他们行得非常方便，尤其上班族的要赶时间的时候也非常方便。这一点我是在这边谢谢。但是我最重要的哈，最重要的还是迈进路路口的这个交通问题。你想迈进路口短短的300公尺竟然有8个路口，那这个8个路口我真的很担忧。现在目前城上城2000多户还没搬进来，1700多户全部都搬进来之后，所有的车子都在里面，到时候上班的时候全部车子一涌而出的话，这一条道路是绝对塞的。像目前就已经在塞了，那这个所有的住户都搬进去之后，那不堪想象。那再来就是它中间还有商店街，这个商圈，它所有的商圈只要住满之后，有很多到这个商圈喝咖啡也好，谈事情也好，买东西也好，那这个商圈假如说一热络的话，这个所有的人所有的这全部都挤在那里面，那下面的2000多个车子车位我想也都挤满了，再加上橘郡，然后再加上果菜市场，那再加上长庚医院所有的车子，像目前长庚医院这个停车位根本就是都在塞，那么再加上我们所有的不管橘郡也好，城上城也好，果菜市场也好，都没有个后路，他们绝对是进也从那个地方出，进也从那边出，没有一条道路说从进了之后可以从另外一条道路，万一这边怎么样的话，从另外一条道路出去。所以在这边真的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忧这个地方的地段。那么它这个前面的一个绿带是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一个，属于我们基隆市政府的一个土地，那个绿带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更为就是另外一个车道，或者其实哦，说真的，另外一个车道都于事无补了。将来的车子的拥挤可想象而知，庄观里下来的车、三民里出来的车、国家新城出来的车，全部都是会塞在那里，所以让我们大家都很担忧。那我们其实我们也有做一些这个道路迈进路的道路评估计划、可行性评估，到现在你要快马加鞭啊，你不要前计划做了之后，你后来又一个评估，又跟前面的又不一样。我想果菜市场的一个连外道路就好了。这个果菜市场连外道路，事实上那时候是柯副市长、柯水源柯副市长在主导的。当初也有所有的计划道路全部都规划好了，都全部用好了。也希望就是说，长庚医院的那些人行道那些树可以往后移，然后这个从乐立安乐路二段直直的
就果菜市场的一条道路另外通出去。假如有另外一条道路出去的话，就有一点出入口。这个地方，这个不消化哎，将来全部都挤在那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消化。所以在这边，我想果菜市场的另外道路，虽然我们一言同仁都有在提，但是我是觉得非常重要。如何克服困难？我想你交理处务必要去，只有从那个地方来协助，我相信是会有一点出路。不然的话，你整个都集在那里，那将来怎么办？所以在这边，我还有一次就是王英哲王副座一个期末报告的一个计划书，那么他也曾经给我们提示的，就是长庚医院那个地方附近的一个改善工程。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没有，虽然很多评估案，但是都没有实施，也没有去编预算，我不晓得是做为什么。啊，我想你对于这个长庚医院前面迈进路的一个路段的一个改善，你是怎么样子的做法？你说明一下。谢谢易座哈。那其实，我们附近哈有列了一些改善的措施，其实。交通是最下游的啦，那最上游可能是都市计划，然后都市计划检讨，然后道路的新辟完了以后，交通单位才针对那个路上面的标志标线哈去做一些分配的动作哈，去做管理的动作。那事实上，如果前置的这个整体的都市计划没有规划好的时候，那整个交通就摊在那边哈。那其实刚才易座讲到那个连外道路来讲。那以交通单位来讲的话，你一个最严重的拥塞的地方，你如果开了路进来的时候，它除了有疏解以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它会引进。你如果后面有一个几千户的大社区的时候，它一定会进到这个商圈来，所以反而导致原来是说八个路口，现在可能变成超大路口了，所以那个服务水准只会降低，不可能会改善的。哦，我举例，就像安乐路和迈进路那个路口，它的实质就是这样，实质就是我单位的时间要分配红绿灯，如果加一个大车流进来的时候，我红绿灯只会给国家新城给那三明里过来的只会更少，现在可能给他80秒，可能未来他只有40秒，因为我要给一个给山上，所以那个实质只会越来越减少，所以对一个超级拥塞的地方的话，我们认为是应该减少它的车流，所以。郑一座，您记不记得在城上城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其实是极力主张反对城上城要左转，因为如果左转的时候多那个石像的时候，从国家新城过来的石像就会减少了，所以那个也是我们一直诉求，希望能够单纯化车流，所以当初我们是说那不要左转，那但是后来因为民意的需求，所以我们允许他左转，但是我们有但书，如果他未来对国家新城对三明里那边过来哦，它全部搬进来，造成影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恢复到我们原来的规划，就禁止它左转。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事实上是以主线的顺畅为最优先考量。我想，这个都缓步积极啊，所以我在这边建议，就是说果菜市场那条，安乐路的二段到果菜市场那边，赶快看看，你们看看去计划看看有什么方式。我知道那个高低差有一点高低差了。但是应该想尽办法把果菜市场的车子往那边往后面，能够通往后面的话就通往后面去，要不然上面也盖了很多房子啊，那个房子再下来的话跟果菜市场真的是不得了，那个果菜市场上面也有盖房子，你知道吗？那边也是还有盖房子哦，所以我希望就是说这一段的交通你要赶快去协助处理。那再来就是我们基金一二路，那么我们基金一二路，我们当初有研究规划案，那个期末已经审查完通过了，那也修正定稿报告了。我想情人湖前面的那个候车亭啊，我们那时候有会刊，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在不影响这个排水断面下哈，用悬挂式的加盖做出避车道弯，那么这样子比较不会影响整个的车辆的那个流通。但是到现在我们也没看到做，这个是小小的事情，我们基隆市政府就能够解决的事情，可是到现在没做，因为那条不管什么车子都要在那边停，所有的车子，金山来的车子也好，内寮来的车子也好，都要在那边停着载客。想想看，整排一站，情人湖出来的车
都没办法，都没办法开。那当初我们有会看过，就希望说能够做悬挂式的这个候车亭，然后把这个车把这个候车亭能够往后移一点，让乘客也有地方可以啊，这个在那边停车。可是一直到现在还没用，所以你了解一下，我们希望这个地方能够迅速的来处理，因为里长也一直在打电话问怎么到现在还没做，你知道吗？我据我所知哈，因为那个道仑溪在去年前年的时候都有漫，就漫到那个道路上面，所以水利单位对这个上面的有结构出来的时候都会比较有心，因为这个又它会跟像那里一样有那个阻碍物在河道上面，所以这个部分是比较特殊的。这部分我们再回去再跟水利单位。没有，那时候有会勘哦，会勘的时候就是不影响排水断面下，用悬挂的式加盖，它不是整个全部，不是整个河面全部上去，就是悬挂式大概3公尺左右而已啊。对，好不好？这个我想这个我们会勘过好多次，我们也希望这个当地的居民也是希望赶快用，所以我在这边希望你能够回去之后看看是不是编个预算能够赶快协助，这个没有多少钱，好不好？我回去都跟水利单位确认。好，谢谢。那再来我想请问一下我们，谢谢，请坐。教育处啊，那教育处你想我会问你什么问题？就之前的那个防毒的，还有以前一直很关心的营养午餐。好，谢谢。那我想营养午餐，因为营养师有很多的给我面对面的沟通，然后也让我知道一些对营养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那个营养午餐的那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那我想我能够了解也能够谅解，所以这一点我就不询问。那我想毒品侵入校园哦，那事实上现在小学四年级就有人在拉 K 的哈，那显示就是一直现在像一直往国小在蔓延，所以我说我想这个毒品的危害啊，我上次跟你讲有一个 AGP 的那个影片，那这个 AGP 的影片说实在的，看过的人绝对他们保证小孩子是终身不会吸毒，终身是绝对为自己的健康那么来维护，但是你都一直不用。今天不是说这个 AGP 的影片是我跟他有什么关系一直要推销，绝对没有哈，绝对没有，只是这个影片我们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是会影响学童的这个整个的观念，他们绝对不敢碰，不能碰，绝对不会去碰。所以说我想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影片能够引导到我们基隆市来，我想中山高中我也问过那些老师，那因为上次他们在播的时候刚好我也是咨询时间，所以我没有去听，那我也是看过了，我只是要问看看那个学校里面的老师还有教官哦，他们的一个想法，他们都觉得说非常 OK， 也希望能够在我们基隆市能够加入，所以说能够放映给大家听，但是我一直没有得到消息，虽然是经费多，但是能够影响学生的身体健康，不去碰毒品，我想再多钱我们都要救孩子，再多钱都要救孩子，所以这一点我想请问我们教育处有没有另外一个方式能够协助，我们可以借来租来放在它这个有 CD 片 3D 的，然后再会有互动的，然后再把影片的观感要跟议座报告一下，确实那个多元的防毒宣导的这种做法其实我们也是会有未来的重点。那天中山高中播的时候，其实我们同仁跟科长我都有特别请他们去看，那确实这个 AGP 是这个宣导其实对学童还有对大人其实都很有帮助，那只是因为后来知道了，就跟陈儒那天跟一桌说的费用实在有点贵，不过就是说我也很期盼刚好院长这阵子不是宣布了就是可能4年100亿的，我看看我们地方政府是不是也有这样机会可以有这样的裁员，那也许我们其实在卫生局那边有一个我们的那个毒危中心，看这边是不是有些经费，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们也很希望这样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影片可以在我们各校之间，甚至我们可以把它 together 就是用一个规模的方式，对，这样来播放，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大的效果的。我想教育处这边还有警察局这边还有卫生局这边可以你们三个合并嘛，
那看什么样的经费可以来处理，然后再来就是说可以放在文化中心，也可以在文化中心播放的话，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坐在那边可以看，其实他那个有互动性的，然后最后他还会请这个亲身体验的人出来讲，那让大家觉得说哦，这个从头到尾的绝对对学生都有好处的，所以我在这边希望我们教育处能够用心一点哈。那在这边我想警察局这边哦，我们平常假日的时候在庙口的时候，我们汤姆熊旁边你要去注意一下，有一些高中生啊和抽烟的在那边抽烟，然后假如说万一毒品加入烟内，他们在那边玩的时候给你一根烟他就抽了，所以我们加强在那个汤姆熊那个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加强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假如碰到学生的话，很多学生假日都聚集在那里哦，那这个地方是特别一个我们希望加强防范的地方啊、哦。那在这边影片能不能帮我放一下？我再请教我们教育处。那个，我想看一段影片。你看，这张好像悠悠卡哦。咦，你们在看什么呀？今天老师发的入学卡好像悠悠卡耶，你看。对啊，它不但有悠悠卡的功能，而且比悠悠卡的功能更多哦。真的哦。听说呢，还可以拿卡片去海科馆文化中心闯关学习呢。闯关什么意思啊？我知道，老师今天有讲说，我们可以到海科馆乐学考站过卡，马上就会派送任务给我们耶。哎，派送任务？是啊。这么厉害？对啊，而且你只要根据任务完成的话，就会有过关记录哦。好，因为时间关系哈，那个上面的请停播，谢谢。那我想我们这段影片哈，这个宣传是在南港展览馆。配合宣导这个宣传这个乐学卡，我们现在中小学都有一张乐学卡，那非常方便，我觉得非常认同哦。但是你这个影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乐学卡可以到海科馆闯关。我想请问一下，海科馆有闯关吗？海科馆它其实有一个 maker 的中心呐、啊。嗯。那他那个 maker 中心，他其实也有很多的，就像我们现在有设计。我只问你有没有闯关的？我不知道这个活动他已经完备了没有，但是我知道他已经在启动了。可是你已经宣导了，宣导了，结果外县市的人他们要去闯关的时候，他们说没有这种设备，也没有这样子的东西，根本没有，还没有做。他有了，他就在 maker 中心，他不是在全部的馆，就是不是全馆呐、啊。他就在一部分的有一个 maker 中心。有没有人去宣导呢？有没有去带领呢？对，我们可能是因为他们带着学生要去闯关，因为现在我们基隆跟当然这点我们也肯定林市长哈，就是说基隆跟新北市、台北市他们共同穿越这个整个合作的一个阅读卡，我是觉得不错啦。但是他们也要来基隆，可是到基隆的时候，到了文化中心，我请文化中心，你有那个闯关活动吗？闯关的一个机制吗？了解一下，然后再回复一下议员。我想也是没有了。我想也是没有了。跟一做报告，文化中心的不是闯关，文化中心是就是这一张卡一卡在手，它是可以学习无没有限制，也就是文化中心像刚刚这有 A 届 B 环那个，其实就是这一张卡就可以用。然后再来就是文化中心所有的未来所有公共图书馆跟文化中心的这个图书馆，就是用这一张卡，它其实就是借书证，也就是已经整合了现在多卡的这个功能。那所以他没有闯关是在那个海科，是在海科的那个 maker 中心，那可能是我们的宣导不够。那我们会来再来强化。那这个宣导还是要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因为外县市来的时候，他是说你们基隆市都在骗我们，怎么会没有？怎么没有闯也没闯关？我们学生带去要去闯关没有？文化中心问了也没有，所以这一点我想要特别注意一下哈。那我们林市长跟新北市在106年的时候4月共同召开记者会，就是一张阅读卡能够整合整个的新北市跟基隆市的一个图书馆的一个资源，我想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今天从我们这个施政报告里面，我们买了很多的书，买了非常多的书。为什么会买这么多书？那是因为我们的阅读书籍是全市倒数，全台湾省倒数第二名，所以买了一大堆的书，
比过第一名的，但是我们教育界有没有教育小朋友要去阅读呢？怎么去阅读呢？要教育小朋友去阅读才是啊。有跟易座报告一下，其实当然这次其实因为正好今年的经费比较多的图书，不然历任来其实我们的图书真的是很不足，然后其实都很靠很多那个相关民间团体来给我们赞助。像去年有一个单位，不是市政，叫我现在不是说买书籍哦，你书籍买那么多有什么用？有，我们重要的是要小朋友要多多的去学习阅读。有，我们其实在学校的那个机制里面就一直有在引导阅读，尤其晨间。那后来我们从去年又开始推动331，就是一直鼓励每个学校，就是要鼓励孩子每天至少要学习或阅读30分钟。那开始也会有书的交流，所以这两年我相信再来会看到不同的效果，因为在学校里面已经形成一个风气。那我们还是持续性很希望说连在家里也是能够这样，甚至连亲子共读这个我们也开始在提倡。所以我是想说阅读真的很重要，从小培养阅读的兴趣，那么增加智慧之外，他们也增加许多的一个专业知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希望在明年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成果，那这个成果我们希望教育处能够提供出来。那我不只是买书啦，买书赢过全台湾省第一名没有用，好，绝对没有用。我们是要让他们，你像地内国小曾经有一个老师，他是阅读什么早上的报纸，他们阅读报纸不但可以知道社会新闻，那也可以知道一些知识常识，那也可以跟他们互相的研究讨论这个社会新闻正面的思想是什么，然后你大家的观感是什么，这样一谈起来大家都非常热络，所以大家都那个班级我知道他们都喜欢看报纸，也喜欢看书。一座确实是这样，这是要启发，在教育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对，要启发。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基隆市有5所的游泳池，那么建德国中、八斗国中、安乐国小、七堵国小，还有地内国小、长乐国小，1、2、3、4、5所，对不对？哈，那我现在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该校的学生游泳的时候还要出场地费，还要付出场地费，我是觉得是非常不可以的。这个让学生小朋友还要付场地费，那你假如说外校的来我们这个学校来游泳的话，那付出场地费，那应该是这个酌量要付出一些清洁费是可以的，但是自己的小朋友在自己的游泳池游泳也要付场地费，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是能够给这个学校小朋友们一个能够游泳的机会，尤其我们是海洋城市，市政府投资了游泳池，那就是鼓励学生们。你看看我们现在目前游泳名次每次比赛真的是现在成绩逐渐的低落，真的是对我们基隆市的一个打击非常大。那八斗国中去游泳的时候，为什么跑到七堵游泳池去游泳呢？我真的不可思议。那八斗国中还有八堵国小还有游泳池啊，海大私立游泳池也比较近啊，那怎么会跑到七堵游泳呢？好，那个一座这个游泳池的部分确实我们其实也我知道他们其实是有，因为他们有委外经营啊，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会着收费用，可是确实是如果是自己校内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可能在谈当初合约的时候，这个我再试一下来了解到底各校之间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处置，好不好？好，那每一个学校是5次的游泳机会，但是有的学校2次而已，我希望是去了解一下5次它是每一个礼拜1次，那这样子他学习游泳不但可以学得精，也学得训练得好一点，但是2次的话一年里面一学期里面2次，那这样你说叫游泳的这个学怎么游出成果来，那只是在那边吸水玩水而已啊。好，这个我深入来了解之后，也许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要有一个数据，就是不是5次还是几次，其实是对一个孩子他的一个学习能力其实是能够具备这样一个游泳的能力，可能我了解之后，那也许也定一个规范，我再来了解好不好。那我再请问一下，建德国中建德国中跟两个学校，今年怎么两个学校都没有游泳，都没有上游泳课？有2所学校，建德国中跟
在哪一个学校我忘记了，两个学校没有上幼儿文课，他们说上面的经费没有，所以就没办法教小朋友游泳，有这样子的问题吗？不应该是这样。那你要注意一下，对，因为我们的经费其实每一年都没有减少到，尤其是游泳这一块的经费我们一定是不到足的。我是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哦，所以我来了解、你了解一下好好不好？我希望说游泳我能够教出一些学生，能够好好的，尤其我们海洋城市能够好好的这个对游泳的一个训练能够好好的去做。那在这边我想5月12号有一个发生的病毒，主要的攻击是那个微软X7 的版本，那目前学校使用软体绝大部分都是这波病毒攻击，那学校部分中毒情形我们有没有机制？有，这个我们其实真的是第一个时间我们就掌握到这个讯息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教养中心立即有做一个防范措施，那也有公告学校说应该那 SOP 应该怎么做，所以到目前为止基隆市目前我还没有听到说有什么样在学校里面有听到什么样的一个就是被侵犯了。哦，那你了解一下，我想我们目前这个研习中心的人员也不足哦，好、哦、有也不足。对，但是因为我们是真的是第一时间我们就掌握到了，对对。啊，好，谢谢。那我想以上我们教育处的一个执行，我想在这边。喂，我想我们对于这个轻轨哦，我们最近所提到的这个基础建设经费。我们拿到81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乐观其成。我觉得是非常好哦，小英对我们林佑昌的这个支持哦，丢下了81亿。那么这个81亿当然是做轻轨捷运，那么我也赞成轻轨捷运，但是轻轨捷运是从车站到南港，车站到南港这一段，但是我在之前我们所有的一个我的资料里面，这是张通龙时不是张通龙时代，在之前哦就有这张这个轻轨的这个示意图哈、哦，那这因为从媒体那边播下来的，我倒觉得就是说我们希望最近。海科馆到我们基隆车站这一段，我们暂且不谈聂寮，还有长庚医院七堵，还有一个这个C14以及东明路这一段，我们暂且不谈。我想这个你只要台北车站，基隆车站到南港这一段，现在用第三轨来做的话，那么我想这个倒是。我没有意见，我们因为乐观其成，有一条多一条道路多越好，但是我也希望说，因为这一条已经到海科馆这一条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我们希望这个经费也能够重视在这一条上面，因为这条你做的话，我想我们林佑昌市长所建你的竞选政见里面有一条第四条，规划新建跨港缆车系统。我想缆车是真的很不可能的、啊、哈，东起海科馆，中京中正公园，西至火车站转运中心，这个缆车，我想假如说这一条能做出来的话，我倒觉得你的第四条的政见也就实现了。那坐缆车是绝对不可能的。那我希望说我们市长能够不单单我们81亿扣掉一个19亿。哦，你也很聪明，讲一个19亿丢到七堵，那张耿辉他都现在都大炮不发了，都说觉得说很高兴有一个19亿的，那剩下的钱当然你是觉得就是从火车站到这个南港这条轻轨，那这条道路的话，这条轻轨你觉得市长你说说看是不是可行，能不能提早跟小英总统说把这条用起来，我想这条的路线真的值得休闲观光。那么假如说轻轨不管你这个地这一条假如说开得慢的话，不但可以欣赏海边这个景色，而且我们基隆港的景色不输美国的
这个海岸，我相信能够一定会引到很多的很多的观光客，请市长说明一下。好，非常谢谢郑宁议员的指教哈。这个轻轨的这个课题，我想其实我们跟交通部对于这一条线这个南港基隆的轻轨捷运，除了这一条主线之外呢，还有我之前在大会上有报告的初步已经有一些延伸的一个共识，到西四五六号的会展旅运智慧大楼跟南港的这个城际转的这个转运站之外，我们最大的共识性其实就是延伸性，就是延伸。那所以延伸会有好多个可能跟机会啊，当然其实也包括刚刚郑宁议员所提的这个路线。那在后续的在后续的会议里面哈，我们也会把相关的一个地方上的一个意见跟建议来跟交通部来做进一步的一个讨论。那我想有适当的一个路廊跟技术的形式，我想这个是可以来做这个进一步的一个探讨。因为这条路线要做起来的话，对我们基隆市的观光也是非常一个好。那么尤其他们喜欢，现在目前现在很多很多人都喜欢看海边，好，那能够这条能够路廊能够做好的话是更好的。那其实轻轨在欧美国家有的已经开始淘汰了，那轻轨他们在欧洲国家，他们是100年前就已经做了，我们现在才要起步，他们有的也已经要收了，好，说实在也是要收了。那100年前他们的地方，这个轻轨的地方是坐在有旷野的地方，比较乡村的地方，哦，交通不便的地方，而且路面比较广阔的地方。我们基隆说实在的，地方小，山坡地大。当然现在的轻轨捷运，它可以，轻轨捷运它可以往上升。那我也看过那种影片，可以往上升。但是我想，整个轻轨的真的要是做的话，在我们基隆确实还是有一些不方便。但是你只要多一条道路，第三轨道路到南港，我真的是绝对是也是赞成。但是我还是觉得捷运对我们基隆是相当重要，尤其捷运我们已经可行性评估，虽然是四次没有四次流标，但是我想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不要把这一条捷运民生汐止线到基隆的到北武堵的这一段，我们还是继续要加油，要不要放弃掉。那么因为许多上班族的都是要到台北的附近，尤其现在9026、1088这些车子，对市民来讲他们都在感谢你能够有这些道路这些车辆到台北去上班。可是你今天假如说从台基隆车站到南港的话，真的对一些人还是不方便。所以我在这边，我们基隆捷运还是要继续的争取。虽然是我常常听你在说，这是以前政府都不关爱我们基隆，都不拨钱给我们基隆，现在小英总统特别的拨了81亿。但是我在想，国民党执政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落实的，他是绝对有可以可能才拨经费才做。那么可行性评估你还没有出来的话，他不可能把这个经费就随便丢给你一块。那么他们是确实有他们的盘算，他们有务实确实的一个应该做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把钱丢下来。所以你不要常常说以前的政府并没有把钱丢给我们，那小英总统就丢给我们钱。我想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政府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盘算，一定有他们的过程，那这一点我想在这边向您解释。那在这边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林市长，你对安乐区这两三年来你做了些什么？除了一些公寓大厦的道路，我想台北大镇啊，壮观里的道路，还有我们最近，我特别感谢我们阳光科的所有的同仁，他们最近去会看一个
大卫营前面的道路的一个施作，铺柏油的道路，因为坑洞已经二三十年都没有去动它。然后他是去会勘的时候，他认为大卫营前面的这个道路啊，因为地基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地基改善工程，然后再铺上柏油。要是假如说他不地基改善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地基到底是好是坏，因为有渗水。然后他这个我们阳光科的这些同仁，他们觉得说这个一定要地基改善，然后地基改善工程做了之后才铺上柏油。那天用了40包的水泥去铺上这个整个的柏油路面作为地基改善，然后再跟他协调之下也做到龙腾大地上面去。那么因为龙腾大地那个地方施作也非常不方便，那天用了10几种的车辆。我想林市长对安乐区你做些什么，我希望你能够给我书面的答复。好，那因为到现在我没有看到你对安乐区做些什么，尤其是大无人那个屋顶街的公园，我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哈，所以我希望说能够书面给我一下，谢谢。以上我的咨询到时间到，最后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好，我们这个小时的镇宁议员的市政总咨询啊结束哈。我们今天上午的市政总咨询告一个段落，在这里我们宣布散会，希望各位下午能够准时列席。